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研发长余国华。首先代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欢迎每一位现在在线上的朋友，不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跟我们一起关心永续的议题。如果你已经展开了永续的实践行动，地球会感谢您，因为您的付出跟努力，不管在路上或者是海上，很多的动植物可能可以得到继续生存的机会，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社会，妇女跟小孩可能可以远离贫穷跟恐惧，得到生活的改善。去年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创校40周年的校庆，在2022年的年初，我们的陈凯煌校长带领我们的主管举办了一场共事营，在共事营之后，正式宣示了艺术永续元年的启动。未来在台湾以及在世界，很多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将会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作为一个艺术人才培育的机构，我们有义务跟责任，首先要开始艺术永续的倡议。接下来，在去年的10月22号，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加入了台湾几个重要文化组织共同成立的台湾艺术永续联盟，包括了画廊协会、表演艺术联盟、视觉艺术联盟以及文化法学会。联盟有4项重要的行动计划，第一个就是永续的倡议，第二个就是永续行动的辅导，还有建立资讯的平台以及人才培育。联盟成立以后的第一档重要的大型活动，也就是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去年12月8号跟9号主办的第一届艺术永续国际论坛。在论坛的开始，这一张大家拿着姑婆玉的大合照，象征着我们走向了永续，永续走向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联盟的成员开启了行动，拓展了影响力。表演艺术联盟将英国的剧场绿皮书翻译成中文，并且引入了台湾，经过英国专家的协助修订之后呢，已经完全的在地化，透过表演艺术联盟的辅导机制，协助台湾的演艺场馆进行永续的转型。视觉艺术联盟正在推动气候正义在地觉醒的行动研究，在台湾不同的地方举办研讨会、论坛，收集艺术界的意见，跟艺术界沟通艺术要如何继续永续的发展，以及引入了 Joyce Bicycle 的碳计算器。画廊协会开始代表台湾艺术永续联盟推动一个未来可以公开使用的碳计算器，以及编辑了画廊 ESG 手册、藏家 ESG 手册、绿色展览指引，推动台湾的画廊以及视觉艺术产业走向绿色产业。同时，画廊协会也在进行一项创新的实验，未来在台湾的艺术品交易可以用碳权交易，也就是把艺术的价值跟永续的价值连接在一起。这一项交易的行动已经在今年2023年台北艺博会的艺术永续示范区已经有了初步的实验。台湾的文化法学会呢，正在进行国内外法规的评估跟研究，尤其是台湾的文化基本法里面已经有了文化影响的评估办法，未来也将评估是否将文化影响的评估纳入永续的项目。国家两厅院是新加入的联盟成员，它其实也是我们台湾艺文机构里面在永续进行的最深化而且最扎实的单位。2022年，国家两厅院加入了国际的 Stages 永续剧场联盟，台湾的国家两厅院是唯一获邀加入的亚洲剧场，同时开始启动了从2022年到2025年的剧场永续转型计划。那两厅院在今年举办了国家两厅院永续国际年会，这已经是两厅院第3届举办这项年会。我们学校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从今年开始首度开始组织型的温室气体盘查，目前正在进行中。我们的总务处正在调查全校的老旧设备，开始逐步的列出汰换的清单。我们的美术学院、戏剧学院开始成为试点，在学校的组织跟建筑里面开始研究如何可以达到节能减碳跟永续。我们也在学校的课程里面导入了永续以及 SDGs 的精神。我们也开始进行了结合教学跟创作的演出，要如何的在过程中节能以及永续。
去年2022年国际艺术永续论坛的所有的内容，我们已经编辑成了电子书，可以在网络上免费阅览。同时，我们也成立了校内的 LINE 官方账号“小绿人敢入中”，持续不断的在校园内推广艺术有关的相关讯息以及活动。在组织上，我们学校正在筹办艺术永续的办公室，并且要出版第一本艺术永续的报告书。那以上很多重要的活动都会在我们这两天的论坛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实际的实践经验。那在深化自我实践之后，就是要推广，我们将连结更多的永续伙伴，大家同心协力，携手共进，共同迈向2050净零排放，我们的国家目标。接着我们请北艺大的校长陈凯煌为我们致辞。好，谢谢，国华研发长，各位关心艺术永续，在座的贵宾，校内的伙伴，以及网络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大家好，我想从刚刚研发长的这个讲述，去年一整年的这个推动。我想我们今年非常急迫的，希望在一年期的这个推进当中，可以逐步落实形成一个具体的年度的报告书，因为这个报告书将让我们有所依据的继续往下一个阶段来做更好、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可能艺术永续在特别是几十年当中，我想不止在台湾，我想在全世界都共同面临了非常严厉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我想有非常多的细节，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它非常困难，在某一个瞬间就让我们全部掌握。上一个月我刚好有一个荣幸参与了力宝国际雕塑双年奖的国际评审团的评审之一。各位或许不太清楚这个跨年的国际奖项，今年得奖的是来自日本冲绳的一位女性的艺术家。她的材料不是别的，她的材料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所有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自然材料，它的材料是从渔船上面辛辛苦苦跟环境研究的这些学者专家们，从岛屿的近海去捞取的这些塑胶的碎粒，然后再去把它集结成一个新的这个艺术的材料。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片段的一个年度经验，可是这件事情说真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更具观的这个思考。各位可能不知道哈，我们就住在太平洋边，那么台湾当然是一个海洋太平洋这个海洋的国家，可是，在太平洋的北方，鸟无人烟的地方，事实上在2000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有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面积。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甚至连鸟类什么可能都到不了。可是这一片海域却有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看起来非常粘稠状的东西，全部都是透过国际的洋流带到这个地方。简单讲，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地球的新的景观，一个塑胶碎屑的一个新的这个岛屿。所以我想不再只是由地壳变动自然物理的这种生成会产生我们预想不到的将来。那特别在艺术永续的这个议题上，
因为这样的一种从个体经验一直到一种具观客观环境的这个变迁，我想应该都会更紧要的让我们去意识到，地球本身所面对的，因为人类的几百年的这个超速的开发，而成为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地域。那这个地域刚好就是我们的现实，所以我想我们从去年推动艺术永续这件事情，它很肯定的，并不是一种阶段性的宣言而已，它应该是长此以往，让我们可以重新去正视如何在艺术永续这个议题上面可以让艺术开始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感性经验，可以在这个历程当中开启我们如何对世界的其他族群，对不同的文化，对整体的这个生态开始有一种新的理解跟思索。我今天早上就在考虑一件事，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个脆弱的地球，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看起来它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巨大，这个尺度好像不太容易透过一个人随意的就能够到达。可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概念更全面的理解成一种宇宙法则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都每一个人都起到一种关键性的角色跟因素。所以或许每个人觉得我能贡献的不多，或者我能体察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这些事实也不是这么的重要。可是事实刚好相反，我想我们在推动艺术永续这件事情上，不只在回应一种基本的宇宙法则的这种规律性，我想我们也在试着要去抵抗一种人的哲学生活里头对于这种绝对价值观的一种必要抵抗。也就是说这些箭头，这些关系性的箭头，真的只能单向，只能不可逆吗？还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种新的关系形态上面开始去试图建构，开始试图像非常多的科学家也在考虑怎么样从质量不变、职能不变的这种宇宙规范当中去开启一种新的思路，以及这个思路底下可能会有的一种新的生活作为。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动，我们都很清楚，可是艺术终究是回到一种人的生活全面的这种感受与体验的一种实践。所以怎么样我们在一种哲学，特别是跟艺术有关的这种哲学的概念上可以来做这样的实验，可以来做这样的倡议与推进，我想这个即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重要阶段的挑战。那么北艺大在作为一个艺术前锋型的一个学校，我想我们在艺术领域上面的确非常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整个艺术社群、艺术社会，甚至是艺术世界所能够建构起来的一种更为整体的、更为具观的一种连结。那这种想象的经验，我想就在我们这几年连续推动的艺术永续论坛的活动当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希望它能够有所落实，而且我们还希望将这样的落实经验，不论它是多么细致的缺点，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全世界关心艺术永续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因为这件事情很难只有我们单独往一个方向前进，而这是更需要全面的艺术家一起体察这样的急迫感。我想每一天的气候都触发着我们更全面的去
形成这样的感受，而且也形成我们集体的行动力，那么让这样的事情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年度当中让我们方向一致，目标一致，往更宽阔的艺术永续的路来前进。那么这个是我们过去一年推动更落实的这个碳盘查，每一个步伐我们都希望它能够记录下如何作为一种指引的一个必要。那么今年来到实践的这个阶段，我想更是会有透过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与我们一起来研究，来探讨怎么样让这些议题可以进化到下一个阶段。我个人非常期待，也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以及台湾联盟的伙伴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贡献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小步。希望两天的活动可以非常的顺利，祝大家愉快，谢谢。谢谢校长，请校长留步。这个论坛是一个网络的论坛，我们虽然邀请了很多国外的专家以及国内的参与者、行动家，但是大家都在网络上参与，所以我们替这个活动节省了很多的碳排放。我们现在邀请在座的贵宾以及老师都到我们的台上来。非常谢谢校长刚才的除了理智的实践之外，我们还更需要感性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现场的布置呢，都是我们学生亲手做出来的作品。那所以我们的同学为我们的大会设计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作品拿起来。来，我们请老师伸出大家的左手，我们可以扶着这一条绳子连接的圈圈，我们的左手，然后我们的右手我们可以扶在自己的胸前。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作品。我们的学生告诉我们说，实践需要非常多的人携手同心，当我们共同伸手扶住这代表每一个人跟每一个组织的圈圈的时候，当我们的右手在我们的胸前的时候，我们正在同心协力的进行艺术永续的行动。在网络上的朋友们，如果您愿意，你可以用您的右手扶在您的胸前，我们可以感受到您的热情，让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心，共同迈向永续。好，我们留下这一张照片，不只是我们北艺大希望跟全世界所有永续的伙伴们共同推动全世界永续的行动，为了未来我们的人类的发展。好，谢谢直播的朋友，我们也收到了您的心意。那我们接着开始今天开始到明天两天的论坛。那今天的第一场论坛呢，将会在9:30准时开始，各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请各位在9:25的时候回到现场，谢谢。
各位现场以及网络上的世界各地的伙伴们，我们又重新回到会场。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开幕的这个 keynote speaker， 我们邀请到在2006年于英国创办Julius Bicycle 的一个最主要的召集人，就是 Alison Tickell。他目前是 Julius Bicycle 创办人暨执行长。那么今天他要来帮我们分享的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就是文化的气候行动。那我想在刚刚开幕的时候，我们约略的也提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方向，所以让我们扣紧这个时间，就来听听 Alison 怎么样从他将近20年推动的经验里头，可以让我们更全面、更立体的理解到文化与气候之间如何链接成一系列的实践具体的行动。我们就来听听 Alison Tickell 的演说。Hello， 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那非常感谢各位邀请我来当这次的专题讲者。我的名字是 Alison Tickell， 我是Julius Bicycle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那我等下会再介绍一下 Julius Bicycle。 首先我要先感谢艺术永续国际论坛的邀请，那谢谢他们筹组了这么棒的一个活动。那我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荧幕，那请等我一下。那首先我先来提醒大家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听这场论坛。这张照片是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可以是黄昏或是清晨，那就是端看你在世界的何处。这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有很多的可能性。那这一个时刻其实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议题非常的紧密。那不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都是居住在这个漂亮的地球上面。那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上面这个淡淡的蓝色这条线，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区域，在这一个大气层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有大气层，地球上的生命才得以存续。但是同时我们也把很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层里面。那在大气层里面呢，它最薄的一个地方大概是只有14公里，14公里很短，你大概走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完，几分钟开车就可以开过去。所以这一个大气层它是非常脆弱的，但却是充满了丰富多样性，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气层。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大气层的气温变得越来越高，让我们没有办法把气温控制在一个安全的层级里面。那现在呢，科学界他们其实已经在很多年前，70年前开始就大力疾呼要去针对气候变迁做出改变。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去倡议这个部分。但是在过去50年，为什么我们感觉到的是我们的行动是失败了呢？因为
现在这个气候变迁的危机，其实就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危机，因为在过去50年，我们其实着重的点是在于全球化，在经济发展。那这个经济发展又是基于无止境的消费跟取用，同时我们也是注重物质，注重个人，个人的想法，个人的选择，我们把这些视为是更重要的价值观，而不是把整体集体作为我们的核心。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的选择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这些价值观其实都跟在过去500年的这种殖民的时代有关。那这样子的陋习一直遗留到现在，所以气候的危机其实就是文化的危机。我们有一个特别专注的意识形态，那它是会让我们的社会还有文化崩坏的。那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针对气候变迁的反应是这么慢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找到根本上的问题。那我们根本上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文化上面，有很多的群体，他们其实他们的文化核心还是同情心、社群、集体照护，还有人类的幸福，而不是只看个人的消费、全球化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经济模式都是根据过度消费来去打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点跟我们的价值观。所以 Julie's Bicycle 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希望要把气候变迁的解决方案里面纳入文化的这个面向。那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只有在这样子的方法下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改变这一个路径。那现在我们的路径呢，继续走下去是会导致气候崩坏的。那接下来我讲一下 Julie's Bicycle 的背景。我们是2007年创造的，是在英国的音乐产业所发起。那我们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家都对气候变迁稍微有点了解。那我们在过去几年发现到大家的行动其实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得出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气候变迁策略，尤其在文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其实是要去推动我们文化界要在气候、自然跟正义上面有所发展。因为这几项呢，就是我们核心的问题所在。那文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力量可以引领转变，但是所有的文化界的所有人必须要集合起来一起去努力。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这个机会来去把自己所要想去做的事情实行出来。我们不要只是光说不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Julie's Bicycle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创立的时候，很多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有名的人来帮我们发声，但是他们其实都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政策、这些策略去实际的去实行出来，有具体的方式去把它实行出来，而不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要有改变，是必须从系统上面进行的，因为我们有认知到文化的系统本身就需要改变。那我们应该要从这一点去着手，去推动气候的改变。那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创立，现在走到今天，我们是非常的努力，有跟数千名的数千个国外的艺文机构、博物馆、画廊等等、表演艺术、艺术委员会等等一起合作，还有地方跟中央政府、艺术家，还有很多的艺文创作者，国内国外，我们都有跟他们合作，大家一起推动改革。那我们想要改变这个文化的生态系，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领域。第一个，就是数据、证据，还有知识。那我们首先要先有知识，才能够成为文化的专家，我们才能把气候还有自然跟文化三者融入在一起。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有证据跟数据，才能够让大家知道气候变迁还有文化作为改变气候的这一个解决方案是有多重要。所以我们同时现在也呼吁大家要去做学习，要去看到我们文化的这些活动，或者是我们的节目、艺术节，或是我们创作它背后的文化意义。那同时还有数据的收集，我等下会再稍微再谈点这个部分。那这个是给政策制定者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做出改变，把文化融入到气候变迁解决方案里面。如果我们需要这样做的话，就要给这些政策制定者数据跟证据，让他们来减排，让他们减少碳排。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可以收集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碳足迹，那我们的回收率等等，以及我们文化界是怎么样改变生态系的，这些证据提供给他们看。再来第二点是人们跟行动。那人们就像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大家，我们要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团结所有的外部力量，那大家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新的伙伴关系跟合作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驱动这一个改变的力量。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向彼此学习，向彼此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挑战，然后一起庆祝我们的成就。团结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得更有力量。但是首先我们要先能够团结，先能够聚集在一起。那第三点就是治理。那为什么治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在文化界里面什么我们应该要先做。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想法跟承诺都把它
纳入我们的治理框架里面。那每一个层级在国内、国外，在政策的优先顺序上面，我们都能够让这些优先顺序有所改变。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们不同的想法，让他们知道优先顺序可以变化。因为这些政策制定者，他们对于这个改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治理就是我们要去找到可以使用的工具，让文化成为整个法规制定里面，文化界成为法规制定里面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发的一些工具。我们在创立之初哦，当时想到如果这个文创产业，尤其是音乐产业，如果能够去计算碳足迹的话，就能够赶快采取实际的行动。所以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创意绿色工具，特别是这个专为文化产业设计的碳计算机，可以用来计算例如说场馆、展演、制作等等的这个碳排放。我想在座很多单位也都有在做碳盘查的工作，那非常鼓励大家采用这个碳计算机来做碳盘查，来为我们的碳排负责，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力。那了解说自己的业务、自己的工作的碳排量，那去减碳、去改善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是地球家园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那再来，如果我们能更了解我们所做的这些事的这个碳排，了解整体组织的排放，我们其实以整体的文化产业来说会做得更好。这样的数据呢，也对于这个政府来讲是非常实用的。所以如果各位的组织还不太了解碳盘查，或者说计算碳足迹这些事情的话，非常鼓励大家去运用这样的工具，去搜集更多的资料，来翻转自己的工作方式。那我们 Julie's Bicycle 在做碳足迹计算，在推广这个文创产业的使用其实就是透过我们搜集到的数据，还有我们打造的平台，来定定下一阶段的计划。我们有上千人把他们的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这个创意绿色工具平台上，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数据丢上去，但是目前只有这个英文版这个比较抱歉。那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搜集到大量的数据，那就作为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来跟政府、来跟产业分享我们怎么样去做得更好，怎么样来进一步减碳。那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计划真的是带来很大的转变。像是英国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CE 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家艺文补助计划，旗下有800个相关的国内艺文组织。那他们就规划说，这些受补助的艺文组织每一年都要去做这个碳足迹的分析，那也定有相关的环境责任的规范，就是要符合这些规范才能够获得补助。所以这对于 Julie's Bicycle， 对于艺文产业，对于这些艺文组织本身都是很棒的事情。 Julie's Bicycle 有刚刚说的这些创意绿色工具，那我们的这个伙伴网络也包含很多的组织节庆活动等等。那我们从2012年这个专案会开始，然后推动到2026年，那我们也看到说，哇，这些受补助的艺文组织在开始做碳足迹的分析之后有非常长足的进展，
就是他们更了解说自己旗下的事物造成什么样的碳足迹影响，那也让他们开始去订定相关的这个减排计划。例如说成立这个创意的委员会，有一些气候正义的这些行动，开始有非常多创新的发想，很多有意思的这些实验。那各位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轻轻小微幅的文化政策的转变，其实就能带动整个产业的转变。那这个计划哦，其实对于其他国家的政府，他们也很有兴趣。那也因为它历史其实非常的悠久，而且又能够随着时代滚动式的去修正，保留核心价值。所以很多的艺文机构其实都会以这个为模型来推动文化改变，推动这个典范转移，真的是蛮有价值的。这边跟大家分享哦，参与这个 Spotlight 计划的这个艺文组织的成效，这个 Spotlight 呢，就是要帮助艺文组织达到近零碳排的目标。那我们发现说，参与这个计划的艺文组织在一年内呢，就能够减排35%。所以就可以看到，当这个组织它有获得诱因，有获得支持的力量，然后集结社群的力量，然后有成功的架构策略跟工具的时候，其实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我们也发现说，92%受 ACE 补助的国内组织，他们在2021年这一年呢，开始把环境永续纳入他们的核心业务策略。63%的组织呢，开始跟其他的文化组织推动环保行动。71%呢，他们的制作或者说创作成果开始去探讨环境的议题。那也超过这个50%的这些受补助的组织，他们的创作都是跟行动跟气候变迁有关的。我们也发现94%的这些组织，大概近上1000个这个组织哦，就在他们的治理原则里面纳入环境永续。那这个当然不是一夕之间可以达成的，是需要时间的。那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去做的更多。这边可以看到超过半数的这个受补助机构在推动气候变迁相关的这个专案，所以50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画廊啊等等，都在跟观众诉求环境保护、气候行动正义的重要，所以慢慢的去掀起一股风潮。所以不只是为了这个艺文产业哦，全民都要一起为环境保护动起来。那这个部分就是详细的一些这个活动，还有我们跟其他合作伙伴推动的专案。这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成果哦。那我们从中就学到说，哎，怎么样去订定实际的实践。所以真的从中哦学到非常多。我们每次跟新的艺文组织、新的艺术联盟合作的时候，就看到真的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但从中也获得非常的多哦。那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资源，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资源，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看到。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使用心得。那近期呢 Julie's Bicycle 我们专注的重点是气候正义，这个原因在于说，过去很多的这个专案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去对气候正义有新的认知，去探讨它基本核心的诉求。所以我们想要去看气候正义这样的价值观，它如何展现在当代的这个文化里面。那我们也认为说，艺文机构哦，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过去5到6年呢 Julie's Bicycle
注重的就是气候正义，关注这些弱势的族群，希望说让他们都有发声的机会，然后透过去看个体主义这样方式的哲学，让大家听到彼此的声音。那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智慧啊，古老的智慧传统。那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叫做创意气候领导力计划，这个是跟其他的这个文创专业人士合作。那我们看的是如何去透过慈悲心发挥关爱，去照顾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然后去培养下一代的气候领袖。所以我们把就是不同的创意产业的这个 stakeholder 这个利害关系者集结在一起，一起去讨论如何去采取行动来发挥影响力，如何透过领导力去影响文化。那这个计划呢，我们跟上百个这个来自全球的艺文组织，上百位的这个领袖来合作。那我想各位的组织内也许也有相类似的这个创意气候领导力计划，也非常期待跟各位交流。这个是我们做过的一些专案，其实重点就在于掀起一波行动，创造一个这个 movement。 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作为一个系统，每一个元素大家都各司其职，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社群。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希望艺文产业能够掀起的一股行动。在2016年呢，我们当时观察到在世界各地，其实艺文人士、艺文产业包含台湾，我们当时跟这个竹围工作室，跟这个 Margaret可惜 Margaret 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萧丽红女士萧老师当时就跟他们去看如何透过文化实践，在社区的这个框架下去推动永续。那我们在全球我看到非常多这样的这个艺文行动，但是很多组织都是各行其事，其实缺少了一些交流。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应该要互相交流啊，分享。那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七个创意气候趋势。那第一个呢，就是从艺术创作，我们发现说有很多以气候变迁和环境挑战为题的艺术作品，让我们能够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去体验这些情感体验。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艺术创作。那第二个呢，我们发现的趋势就是行动主义，就是艺术家还有文化创作者、文化工作者，他们就像这个行动主义分子一样，开始勇于发声，开始去唤醒大众的共识，告诉大家说这个环境保护非常的重要哦。那另外也有其他的诉求，像是保护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或是减少这个塑化废弃物等等。那这些都是文化产业回应地球、回应气候危机的做法，我们应该要支持这些为气候、为地球发声的艺文创作者。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全球都发现遍地开花的现象。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组织领导力。这边谈的就是艺文组织跟观众一起的成果。那文创组织他们去在内部推动改变，去拥抱改变。所以例如说不管是场馆经营者、活动主办方，或是这个组织，他们改变自己的营运方式。
那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嘉奖的这个成果，去重视这个实际的行动，那鼓励组织内的员工、艺术家跟观众共同参与，我觉得这是体现守护环境的价值观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也看到很多很棒的这个实务案例，我想在台湾也一定有很棒的典范。那第四个趋势呢，就是设计跟创新，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尤其是为了未来的永续发展，那像台湾或是南亚、印尼这边，在这边，确实是有领导力的，在这个领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文化带入设计跟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把用新的方法、用创意来去想象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用科技还有新的素材、材料、可再生能源等等，一起这些元素投入到解决方案当中。那再来呢，就是文化中介组织，像是 Julie's Bicycle， 还有整个文化的网络，我们都在打造推动变革的全球行动。那许多人也都明白这一点。那与刚刚这个趋势寻找路径是非常紧密连接的，就是要合作，我们要有伙伴的关系，那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向来思考。那最后呢，就是政策上面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治理放在里面，然后去推动政策。那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下 Julie's Bicycle 还有很多伙伴一起在政策改变上面的一些推动成果。 COP26 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我们这里的重点在讲的是这中间有一个缺少的连结，在文化跟气候的行动中间。那我们检视了全世界的政策，文化政策，那其实除了阿根廷以外以及少数的几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在文化政策里面都没有把气候变迁很明确的解决方案写进去。那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应该补足这样的连结，再让大家能够着重巴黎协议，要有韧性，要把社会的这些连结一起把它放进来。那很多的文化政策它其实是已经有这几个重要的议题融入在里面了，那我们需要再更进一步把它发展，好好的补足这中间的连结。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在社会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把文化融入，那去年呢，我们的年度气候大会 COP27 是在埃及这边举办。COP27， 那在这一个大会里面，我们整理出了一些谈的重点。那这边呢，我们的重点之一就是 1.5°C 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那在气候峰会里面有636个化石能源游说的单位，但是却没有这么多的文化单位来参与。那同时我们也没办法兑现2009年的承诺，就是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
那同时我们也重复 COP26 不够强硬的用词，仅逐步减少未减排的燃煤发电跟逐步淘汰无效率的化石燃料补贴。那但是我们还是有获得一些成果的，就是我们设置了这个损失与损害基金，提供排碳不多却饱受气候灾难所苦的低发展国家这个基金。那这也是第一次我们把文化遗产给纳入了气候变迁解决方案里面。那今年呢，我们的 COP28，我们建立要成立一个部长层级的友好小组，来共同制定关于文化产业来呼吁大家行动的这种联合决策。那就代表说在政策的层面上面，我们会有很强而有力的游说团体，在 COP29 去同意通过说文化界是有影响力的。那在现在的政策制定框架里面，我们可以把文化纳入到气候解决方案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现存所有文化引导的气候解决方案，包括文化遗产啊、有形无形、艺术、创意经济等等。那我们把文化放在国际跟国内外的气候政策的核心来去做解决，所以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我们非常的有信心，之后在明年我们能够成立这样子的一个部长级的友好小组，能够推动联合决策的工作。那 Julie's Bicycle 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做领导的一个角色，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在我的投影片上面有这一个网页，那大家可以上去查看来加入我们的活动。那现在我要再次谢谢大家的参与，特别我要感谢我们美丽的地球，还有所有居住在地球上面的人类，然后动物、植物，还有所有的灵体。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Julie's Bicycle 的founder 跟兼 CEO。Alison Tickell 帮我们做的这个开幕的keynote speech， Culture for Climate Action 这样的一个议题。我想我们非常清楚，刚刚从他的这个短讲当中，几乎可以非常明确的让我们理解到，从2007年一直到目前，Julie's Bicycle 跟全世界上千个民间到政府的这个团体，他们所策动的如何去推动整个所谓的文化气候行动，在几个不同阶段上面的非常具体务实的做法。特别他提到如何改变一种所谓的 cultural ecosystem， 就是改变文化的生态系。那他特别提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一个就是 data and knowledge， 一个是 people and action， 另外一个就是 governance， 就是治理。那当然从这几个面向，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到，如果要去策动文化的气候行动，很显然必须从非常关键的这一些面向去作为一种切入的进入。那么第二个部分，他也提到很具发展性的一个部分哦。那甚至这个部分也会牵动到每一个人作为一种人权的主体所关键的所谓的
气候正义。那么这个议题，或者是从每一个个体到一个群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应该都会联动的受着它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最后一个部分，Alison 更跟我们分享了目前他们推动下来这一二十年的经验，所凝聚出来的七大趋势跟主轴。那我想这七个部分每一个都非常的细致。那么如果我们要每一个都去重述，我想应该交由每个不同地区的推动艺术永续的伙伴们可以来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参照，包括artwork， 包括 activism， 包括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包括他提到的透过设计跟改革改造的方案，以及这个合作，还有 path funding， 以及最后的所谓的政策性的改造啊，我想这些大概都会非常具体的引发我们刚刚开始投入艺术永续的这些团体、单位、机构、大学，以及每一个实作的艺术工作者，可以在这样的一种整体的 know-how 跟面向上面获取更多的启发。我想这些参照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非常感谢 Alison Dickell 在这个开幕的时候先来为我们做这个短讲。明天整个大会的综合论坛的时候，Alison 将会与我们一起来针对今年的议题，表达他更深切的一些意见跟经验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就把这个会场的活动请国华来接手，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陈凯煌校长，好，谢谢 Alison 刚才在线上跟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是等一下10:15是我们的第二场的主题。那在这一场里面，我们将分享北艺大的实践经验。那我们现场会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可以有几分钟的时间休息，请大家在10:15的时候再回到现场，谢谢大家。
线上朋友大家好，刚才听完第一段 Alison 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心情一定都很感动。那 Alison 一直在跟我们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可以透过我们艺文组织带动一股整个社会的文化的改变。透过这个文化的改变呢，其实在这个文化的改变过程里面，它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力跟领导力，我们可以促进这个社会的改变，然后带来永续的可能的发展。在文化的改变之前，其实文化的源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来自教育。那这一场次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过去这一年北艺大的实践经验。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几位都是实际参与行动的行动者。那第一位是黄子柔，子柔好。老师好。好，那他是我们北艺大的永续顾问。那子柔其实也是我们北艺大的校友。好，那回来带着我们开始逐步的从盘点到推动，好，你第一系列的计划。那等一下子柔会跟我们分享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开始推动温室气体碳排的成果。好，那接着子柔旁边的第二位是杨金元老师。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好，金元老师是我们剧场设计系的副教授哦。那金元老师他实际的在今年学校的制作里面开始从事怎么样去计算一个制作的碳排放，以及我们怎么样从制作的过程里面去思考怎么样让材料可以回收以及达到更为永续的制作经验。好，那不只是它是一个制作，而且它是一个教学的行动。那接着第三位是我们美术学院的院长刘习全老师。大家好。其实在学校里面消耗材料最多的两个大宗就是戏剧学院跟美术学院。好，那今年我们也推动了戏剧学院跟美术学院的试点计划。那美术学院其实投入的非常多，等一下刘习全院长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今年美术学院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在最后一位是我们的教务长林少仁老师。那少仁老师他在推动的是课程怎么样导入永续跟 SDGs， 尤其这些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了解，而是一个行动，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变成是一种素养。好，那所以教育老师本身是教育专家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套知识跟行动的方领变成了学生的素养，好，融入课程之中。等一下在最后语谈的环节呢，上老师会再跟我们分享。首先我们就请子柔先来跟我们分享今年的工作情况。好的，各位线上的所有的先进，还有在表演艺术界各个领域工作的所有的伙伴们，那还有在座的现场的各位老师，我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我自己本身是北艺大艺管所第四届毕业的，所以身为这个学校的学生，然后能够有机会回来为母校进行温室气体盘查，其实我本身是非常的感恩。那今天的这么样的精彩的一个一整年的我们的成果呢，由我来做一个先发呢，其实除了要跟大家讲到底我们怎么做温室气体盘查，以及我们盘查的结果为何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希望能够来帮大家先稍微说明一下，也是帮接下来两位讲者的这个讲题做一个这个前提的这个论述也就是说在整个制造业过程，在我们台湾在制造业或者是在一些上市上柜公司，其实他们可能对于温室气体盘查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已经进行了比较多年可能比较相对的了解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跟流程，但是在我们整个文化界呢，其实是在这一两年当中呢才开始的稍微知道要算碳这件事情。那文化部也在今年开始呢，也针对于所谓的国家的场馆进行这个温室气体盘查的这个要求，所以国表艺三馆其实未来在这一两年当中应该陆续都会完成他们的这个温室气体盘查的结果。那我知道 线上可能有些先进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 ISO 14064也就是组织性的温室气体盘查是有了解的，但是请容许我还是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温室气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算它那它到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以及影响了地球什么地方。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今年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天灾的事故像这些极端的气候发生在世界各地，干旱甚至是这个比较大家知道触目惊心的是在这个夏威夷的一个大火，那把整个岛都几乎是烧得到枯尽了。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今年我们也创了一个所谓的地球12万年史上的一个
一个世界纪录，也就是今年的七月呢跟八月呢，其实是我们地球有史以来平均地表温度史上最热的记录，也就是大家看到在图表上面的最右边的那个 bar， 我们破纪录了，这个而且是很大幅度的破纪录，你看它高出去的那个幅度跟以往渐渐的往上涨的那个幅度是非常急剧的上升的。那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瑞特斯先生他就说了，他说了一句非常让人家非常这个惊悚也非常这个震撼的一句话，也就是以往我们都在讲全球暖化，他非常明确跟大家讲全球暖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以往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总以为我们大概还有至少来个十几二十年吧才会面临到全球沸腾的事情，但是当今年我们的温度破表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更急。那么才时隔不久，也才隔了一个月哦，那个我们又创了另外一个记录哦，刚刚讲的是地表，我们在这个八月的时候又创了一个这个全球的海水表面月均温度最热的记录，又破记录了。所以我们是在陆地跟海洋的温度在今年都破地球史上新高。于是呢隔了一个月，这个秘书长他又出来了，他又出来又讲了一句话，就是又更耸动，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气候崩溃已经开始了，就是人类如果不再采取积极的行动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气候变迁或者气候的灾难其实只是开始而已，可能会越来越快。那从 IPCC 的报告来显示，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已经导致地球升温达到了大概 1.1°C 哦，未来20年的地球升温其实目前预测是会超过 1.5°C， 而且可能会往更高的这个温度来去迈进哦。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哦，就是到底什么是温室气体哦？这边请容许我稍微用一点理科的角度来跟大家说明哦。就是温室气体，大家看到现在图上的这个图哦，在左半边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太阳它的辐射，其实经过我们大气层之后呢，它其实是会透我们的温室气体呢，就好像一个棉被的感觉哦，就是这个温度进到这个棉被之后呢，它会续温哦，在我们这个大气当中，让我们的地球中这个均温呢是室温的，是温暖的，它是适合这个物种繁衍生育的。那但是呢，它会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辐射能呢，它会反弹回去这个外太空。哦，那是因为这个大气层当中的温室气体它是适量的，它刚好浓鲜合度哦，就好像这个四季杯一样哦，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哦。所以它截取一部分之后呢，有蛮大一部分还会再反弹回去外太空。但是当我们有这个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时候呢，图表就会变成是您现在看到的右手边，也就是一样的辐射能进来之后呢，因为这个棉被非常的扎实，所以这个热能呢就大量的被这个保留在我们的大气层当中，所以会变成我们的地球非常的温暖，而且甚至是非常的热，所以它会导致整个这个地球温度的上升。所以我们换一句比较这个白话来讲，温室气体它就好像在帮我们的地球盖棉被一样，它是一层一层的盖上去哦，我们排越多的温室气体，这个棉被就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厚到就是哎热死了。也就是说，可能是夏季的热度，然后我们居然还在盖四条棉被一样，你是会觉得哦很热的哦。那这个是会造成地球非常大的一个生态跟物种的改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既然是盖棉被，那很简单啊，那你就一件一件脱掉不就得了吗？那这样地球不就凉快了？哦，可是很遗憾的事情是温室气体一旦排出去到这个大气当中呢，其实它会停留至少百年千年，甚至比较严重或是影响这个气候变迁比较严重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物种可能会影响到万年以上，也就是我们可能都已经作古了，可能都已经繁衍好几代了，但是我们当年排出去的二氧化碳其实还是滞留在这个大气当中。所以不是说你今天说不排了地球就不会暖化了，我们可能还要消化我们过去历史以来所累积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所以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看得到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谈2050所有温室气体都要净零排放，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累积这个棉被的厚度继续再厚下去的话，可能会累积到一个我们好几代的这个世代的人类都没有办法消耗掉的这个温室气体，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气候
暖化的一个状态哦。那么所以在台湾呢，我们其实也呼应的国际目前整个净零路径的推动，我们从2021年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在这个4月22号宣示了2050全球这个净零目标，也是台湾的目标，接下来就开始非常积极的从这个所谓的立法，我们现在整个2050净零排放是我们国家已经立法的目标，所以所有中央部会所有政策都开始去落实推动，要来去推动所有产业都要做到净零的转型。所以从整个台湾的这个气候法治的治理基础来讲，第一个我们现在有了气候变迁因应法，那么借由这个法，它开始会来要求大家，你可以看得到右手边哦，有提到要做盘查，也就是温室气体的盘查，如果你是卖产品的，你可能要把你的产品的碳足迹去做一个计算，那希望呢来透过这个甚至接下来会透过征收碳费的一个机制来诱导大家来去做这个减碳的行动。因此在整个上市柜公司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从金管会它从绿色金融的这个角度去着手，上市柜公司它从资本额100亿以上，甚至是50到100亿或是50亿以下，由大到小，从2023年也是今年开始陆续的2025、2026，它陆陆续续的大的这个资本额的这个企业先行，它被要求它必须要进行温室气体的盘查，而且它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查证，所以整个金融机构比如说企业要去融资，它现在已经会去要求你你必须要去做所谓的温室气体盘查，如果你有盘查，你有这个设定比较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减碳目标，绩效比较好的，你可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利率，它透过这样子金融工具呢，融资金融工具来引领带动这个企业来去进行减碳的一个转型。那么大家可能会听到就是说，刚刚有听到碳盘查，又有讲到碳足迹，这两个字常常大家混在一起，那我这边简短跟大家说明，所以碳盘查呢，它其实是在计算一个组织的总排碳量，那它引用的这个 ISO 的标准是14064之一2018，2018是指这个版本是2018年的版本，它的前一版的旧版是2006年，所以我们用的是比较新版的。那么，所谓组织呢，它可以是一个机关，可以是一个学校，它可以是一个场馆，也可以是一个表演团体，它可以是一个企业的集团，包含很多据点的排放一起来去做计算，它也可以单独去切一个营业据点来去进行计算。总之它是针对一个组织的排碳。那么碳足迹呢，它其实是计算一个产品或是一个服务的总排碳量，比如说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元老师在讲这个所谓戏剧制作，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碳足迹，那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北艺大的碳盘查，所以这会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跟两个不同的这个计算的方法的概念，先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接下来我很快速的，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温室气体盘查它要盘查些什么，首先就是刚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引用的是 ISO 14064之一的这个组织型温室气体盘查的这个指引规范，那这个指引规范过程当中呢，首先有几个重要的流程，是在你进行温室气体盘查的时候，你要启动的，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有个起始会议，你必须要透过整个高阶比如说校长的一个承诺，我们要来进行这样的推动，而且要成立一个温室气体盘查的推动组织来去协助资料的收集，那接下来呢就要去进行我们整个北艺大的组织边界的设定，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路一号，我们这边有几个建物，我们学校到底这个整个组织内，这个所谓的边界在哪里，我们要来去决定我们要盘查我们边界内有哪些排放源，那再来是决定基准年，所以基准年就是因为我们要比较每一年温室气体排碳量的大小，所以会有设定一年来做基准年，那通常盘查的第一年就是基准年。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透过排放源的鉴别，知道我们有哪一些，这个所谓的设施设备，会排放温室气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些定量的盘查，盘查完了之后呢，会透过这个文字的这个整理变成清册跟报告书，来去这个，做最终的呈现。那以往通常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是要经过第三方查证的，来去证明这个数字跟方法呢是合乎标准的。那么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一年盘查，所以我们试盘，但是我们今年是没有去采行第三方查证的。那
不过我们整个方法呢，还是引用这个所谓的 ISO 14064的这个标准哦。那么首先可能先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组织边界其实很重要，也就是说到底北艺大它的边界范围到哪里哦？我们学校其实这个山很大，那有一些设施设备哦，虽然是我们的这个学校所有，但是可能营运控制权不在我们手上。比如说我们有艺大咖啡，我们是租任给这些这个所谓的驻店驻商来去帮我们经营，或者是我们的游泳馆哦。所以有一些这个排放源可能不在我们的营运控制权当中哦，所以我们会去界定一下，就是到底哪些是我，或是有一些设备可能是学生买的，或是老师买的、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决定边界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学校的营运控制权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设施设备排放源哦，要把它纳在内。还有就是说，是否有一些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要去进行排除，或者是其实有一些没有涵盖的项目哦，其实应该要涵盖，但是他却没有在学员路、假设如果我们有这个教职员的教授其实是在淡水，但是他是学校的资产，可是他却没有在这个学员路一号的这个校园内、他理应、应该要纳入，因为他还是学校、所以我们把学校的整个边界都给厘清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温室气体的计算。那么温室气体呢，主要呢这边我只会很快的带过，大家看过知道就好，就是说我们主要在盘查的是七种的温室气体、那最主要的是前面的这三大类、也就是二氧化碳、甲烷跟氧化亚氮，就是比较常见的在校园当中会、就是一般的这些、组织企业一定会有的、盘查出来的这个、温室气体。其次的话就是冷媒、你可以看到就是冷媒可能是氢氟碳化物也是最常见的，那其他比较在下面的这个几个类别都是比较偏半导体或是光电制程会用到的一些、特殊的气体。那么我们在做组织型盘查的时候呢，其实是盘查第一个是北艺大本身，从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自己本身直接排放出来的排放源，但是呢不是只有仅限于我们的直接排放，还包含我们上游活动跟我们下游活动的间接排放。所以呢其实在温室气体盘查的这个标准当中呢，它把它归类为六大类别、第一个是直接的温室气体、它是类别一。好，那再来类别二到六呢，它都是所谓的间接温室气体，它分别包含的输入能源，还有运输产生的碳排，还有北艺大使用的这些产品或是服务所造成的碳排，或者是外部或者是有人使用的北艺大、也就是我们的产品所产生的这个间接的排放、都是属于在这个间接的温室气体。那么我很快速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这六大类别在算哪些内容、那么类别一呢，它主要算的是直接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能包含是固定燃烧、移动燃烧、工业制程、逸散、那比较常见的是紧急发电机，或者是学校的公务车、校车，或者是我们会有冷媒啊、冰箱啊、冷气啊、这些都是会进行排放的。那么再来的话就是在类别二，就是输入能源的部分，就是我们常见的是台电，我们用的是台电的电力。那么类别三呢，是因为运输所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上下游的运输，我们买产品它会运来北艺大，或者是我们有卖产品，那可能就会有产品是从北艺大运出去，还有包含员工通勤或者是客户跟访客的运输，还有我们的出差的商务旅行。那么在类别四的话呢，就是我们北艺大所使用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买一些比如说 文具用品啊，或者是书物用品啊，或是一些资本类的啦，或者是我们有买自来水哦，还甚至是我们有采购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废弃物是采行这个清运商来帮我们委托他们来帮我们做清运服务的、所以这些所谓我们使用的这个广义的这个产品跟这个服务呢，都是归类在类别四。那么类别五的话呢，就是使用北艺大的产品所造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那北艺大有什么产品呢？其实我们的空间也是我们的产品、也就是我们当房东，我们有很多这个外空间都是、委托之住店来去经营的，也就是刚刚可以看到的上面第二点、下游租赁的部分。那他们我们当房东，那这些住店来去、使用我们的空间来去做经营，那他会在里面去进行一些排放、所以它是、属于类别五、那在还有包含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假设如果我们以后像比如说 有一些、电子科技类的产品，他们可能会卖笔电、笔电卖出去或是冰箱卖出去，它在它的这个保固期间、生命周期期间，使用者消费者他用的这个冰箱所产生的这个
电的能耗也是算在类别五，就是使用阶段的这个能耗哦。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整个六大类别看起来几乎是包山包海哦，怎么可能这个企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如果你要全算的话，其实会花非常多的这个人力时间跟成本。所以其实标准并没有要求你类别一到类别六你要全盘，而且每一项产品跟服务通都要盘，它只有要求你类别一是必须要盘查的。但是间接哦，类别二到类别六它真的是非常的细哦，它所以呢它可以容许你去挑出最重大的显著的排放源来去进行这个计算。不过它说了，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准则，白纸黑字来去说明是怎么样去挑选鉴别出所谓的显著或是重大的间接的温室气体。那么你挑出来是重大的才进行所谓的温室气体盘查。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会透过跟利害相关者的关系，比如说像教育部有没有要求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还是一些比如说校长他重视哪些排放源，希望我们可以在排放的时候把它进行量化的，或者是学校对于某一些排放源是不是对于它的减量是有影响力的，还有就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些数据，以及是否有进行大量排放的这些排放源呢，我们都要去把它鉴别出来。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你不能因为这个排放量很大，希望我们这个排放的报告好看一点，所以就故意把它排除，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个所谓的初步的盘查来去协助鉴别什么是重大的间接温室气体。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评估的表单，我们是透过定性跟定量的方式呢，来给予这个低中高三个分数的等级，来协助我们去挑选出对于北医大来讲比较重大的这个所谓温室气体排放的类别。那么最后透过这个鉴别，我们排放看到的这个类别呢，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当中纳入的排放的类别是包含类别一跟类别二跟类别四，可以看到我们有盘这个固定式燃烧，就是柴油发电机，还有移动式燃烧跟这个冷媒逸散这个部分。那么在间接排放我们算的是电力，那还有自来水跟办公事务用品跟废弃物的处置。那么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呢，其实它的算是这样看，就是它不复杂，其实就是活动数据乘上排放系数，再乘上类别一要乘上全球暖化潜势，它的目的是把这个二氧化碳哦，它的这个单位都变成二氧化碳。但是类别二到五的话呢，它这个排放系数已经是二氧化碳的这个当量的单位，所以只要乘上活动系数，活动数据就可以算得出来了。好，那这边有几个这个排放系数的来源供大家参考。如果大家好奇，那这个系数怎么来的话，其实有一些是国家公布的，是免费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会透过这个国际的系数哦，来去做计算。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所以北医大它到底盘查的结果，我们算完之后结果是如何，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类别一、类别二、类别四的排放量，整个在类别二输入人员的间接排放量其实占比最大的，也就是我们的台电，我们用电量的排放量占比占了我们全校的排放量将近 80%。 那我们总计的这个排放量一年是5392公吨二氧化碳当量。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子类别的排放量占比，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电力的部分其实占比非常的高。如果是类别二的输入电力跟把电力的上游的这个排放都给算进来的话，其实占比会接近这个90%几哦。所以这个电力的部分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类别二跟类别四加起来是整个碳足迹的生命周期。好，所以好，那重点要来跟大家讲了，因此我们要怎么去进行减量其实大家刚刚有跟大家说明，其实它的计算方式其实就是活动数据排放系数跟这个全球暖化潜势。所以你要把这个二氧化碳当量降下来，你不是减少你的采购量、使用量，就是找到比较低碳排碳系数的产品服务，或者是碳中和的产品服务，或者是你找到比较低 WP 值的冷媒环保灭火器，都可以协助我们来去把整个量给减下来。
所以北艺大接下来其实可以做的是，在能源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汰换这个耗能设备来提供我们的能效哦。所以在整个空调的部分呢，其实会是我们接下来主力的一个重点哦，或者是照明的部分。那英国的国家剧院也是透过把这个 LED 灯哦，来充分的改在这个观众席哦，或者是建立这个能源管理系统，提高能效来去减少他们的能耗。那么最后有一些这个行为的改善呢，其实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也就是这几个这个近邻的绿生活，这边给大家做参考，也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协助我们来去接下来在校园推动节能减碳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怎么样去减少浪费、减少使用、减少碳排。那么以上是我的简报，谢谢。好，谢谢子柔。如同那个刚才在第一场的讲座里面，校长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啊，其实理性的实践之外，还要有感性的经验哦。那刚才子柔跟我们谈的很多的排那个计算的方式，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理智。好，那在我们学校的行动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呢、啊。第一个就是刚才子柔也提到的汰换设备，那第二个就是教学活动。好，那我们学校当然在教学活动内容又格外的复杂，我们有非常多的展演制作。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享的案例呢，就是在展演制作里面怎么样去思考碳足迹，以及去做到节能减碳。那另外当然就是等一下再稍后的是美术学院的案例哦。那另外一个当然还有就是在生活中的节能减碳。那所以校长正在推动一个全校的包括各种用电量的重新的盘查以及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杨金元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如何带领学生从一个制作里面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在制作中间的碳足迹，以及怎么样做到更节能永续的完成一个教学的制作过程。校长、各位贵宾还有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金元，在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任教，非常荣幸能够在论坛报告以三合一实证论来追求永续的剧场制作，以此为题说明我们在北艺大的努力，提出我一些个人的省思。在戏剧学院每年有14到16个演出制作，其中两个是剧场教师的制作，也就是导演设计都由教师担任。我在过去21年担任了35个教师制作的舞台技术设计，即使演出的预算是有限的，但是导演跟舞台设计的想象力都是无限的。演出的规模有大有小，关注的事情是大同小异的，如何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有限的预算里面完成布景的搭建，演出结束之后如何处理废弃物，建立永续剧场制作是否有系统的方法可以依循。在戏剧学院，我们经常利用库存的布景，也就是包括了平台跟景片，来节省预算，减少浪费。但是理想中的乌托邦似乎只有存在于少数的设计案例中，大部分的剧场设计都是极具创造性与独特性。剧场设计师不重复自己的设计，也不想要抄袭别人的创意。不过没有理性的现实是残酷的，因为现实上怎么可能用库存布景来创造舞台的魔幻呢？且让我们飞快的再看一次我在北艺大的教师制作。这就是现实，这是我在硬碟里面随意找出来的拆台照片。我相信在面对这些现实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不痛不痒。在北艺大戏剧学院，从最近的2022到2023年，我们有3个演出制作都用了宝丽龙来建构舞台上的布景。我很讨厌宝丽龙，因为他们总是产生很多的粉粒跟浪费，尽管脏乱不堪，在建造不规则的曲面的时候，宝丽龙似乎还是不得已的首选。那么在这些为数不少的宝丽龙里面，我们从一个制作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制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在剧场设计系的停车场充斥着各式各样堆积如山的宝丽龙，我就打电话给
宝丽龙厂商询问是否能够回收这些废弃物呢？厂商说可以啊，但是有特定的限制。宝丽龙废弃物必须是干净的，也没有任何的残胶或是发泡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收的宝丽龙才有可能再制成次级的塑胶原料。我请负责制作的学生把非宝丽龙的物质给切除，然后将干净的宝丽龙储存起来，准备下一阶段的使用。在此，我要提出一套理论，我称它为永续的三合一理论。三合一理论原来是说明基督教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但是我个人认为永续应该有三位一体的本质。为了永续，人们经常会关注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材料与科学，我称它为永续的身体；第二个是想象力与创意，我称它为永续的心思。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而且最不可以被忽略的是永续的灵魂。我认为永续的灵魂来自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与仁慈所构成。如果我们对于永续没有真诚的感受，就会跟漂绿一样的虚假。如果我们拥有材料科学的知识，如果我们很有创意，但是没有发自内心渴望永续，我们的行为将无法坚持到底。我打算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三合一理论。在北艺大戏剧学院，我曾经遇过四次跟沙子有关的演出制作。第一个是我们用了真沙，但事实上我们是偷工减料的方式来减少沙子的体积。在威尼斯商人的演出中，我必须在舞台上创造出一个长方形的沙滩，根据估算沙子的总重量会来到4吨左右。我用胚布将宝丽龙包裹起来，然后把真沙覆盖上去。那因为胚布的颜色跟沙子的颜色非常相近，所以即便演员在沙滩上有一些舞蹈动作，观众也很难察觉底下的秘密。最终结算，我的沙子用量减少了50%，预算减少了20%。在第二个例子，我用工业的粗盐来产生另外一种沙子的质感。在摩诃婆罗多的演出制作中，舞台上要产生一个直径9米的曼陀罗图腾，这个图案要在沙子底下发光。发光的原理就是仔细安排了光纤的路径，然后光纤的两端把光导入。在这个案例中，目的改变了材质选用的结果。第三个案例，受到第二个案例的执行很大的启发，我开始探索沙子的材质可能的选择。在舞台上选择沙子的时候，主要的考量通常是重量还有预算。在物种起源的演出制作中，沙子底下要藏匿一堆鞋子，然后最后鞋子会翻出来。可以像第一个案例那样子，我们在沙池里面呢预埋了一些宝丽龙来达成目的。但是寻觅沙子材料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选择一种名为发泡炼石的材料，因为它常常有比较锋利的边缘，所以让演员的脚感觉到不舒适。虽然一直到演出完成没有人受伤，但是我对这个结果非常的懊悔。我把我的经验分享在脸书上。在物种起源结束之后呢，我继续思考沙子材料的选择性。我接下来分享第四个案例。我在脸书上面对于发泡炼石的分享引起了一个在美国念研究所的学生林心怡的反响。在我的贴文底下，他推荐了一款纯天然名为玉米梗跟玉米芯的材料，在美国常常用来饲养实验老鼠或小宠物，取代沙子的铺垫。这个资讯帮助了尤利西斯一个很大的忙。虽然在抉择的时候，对于像软木粒、核桃沙进行了可行性的评估，最终玉米芯成了我最佳的选择。从艺术的眼光来看，栩栩如生的玉米芯作为沙子的替代物，效果是非常惊艳，而且难以判断真伪。演出结束之后，所有的玉米芯都装入超大的塑胶桶，然后放到我们的仓库里，以备下次的使用。这个成果终于终结了我在舞台上对于沙子无止境的探索。2023年5月演出制作《尤利西斯》帮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重新检视了永续制作的可能性。如同你在画面上所看到舞台设计提出的 3D 模型，我们除了沙坑以外，在这个非传统镜框式的剧场里，我们有巨大的物件，一个超级大床，一个巨大的椅子，还有空中漂浮的云朵。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想方设法来打造它，那么制作经费恐怕会非常的庞大。这是我在职业生涯里面第一次把行架当作布景的主要结构，而不是一般使用在悬吊或是行架的用途。我们所拥有的行架尺寸并不适合巨大椅子的原始设计尺寸，我稍微修改了大椅子的尺寸，然后跟舞台设计张哲龙讨论用行架当作骨架的结构的可能性，哲龙很快的表示欣然同意。最后，这个巨大的椅子主要的花费都是在弧形的椅背还有倾斜的椅脚上。超级大床也用了类似的概念，因为我们用完了自己库存的行架，只好向隔壁的新媒体艺术系借用更多的行架。在行架之间，我们加上了一些圆管，在床头上面弯弧的造型部分，我们租用了弧形的行架。就这样，我们的超级大床的主要结构完成，剩下是床垫的问题。这里使用了4×8库存的制式平台，还有一些补充的机灵平台，以便完成整个大床的全部的面积。为了外观还有演员的舒适程度，甚至我们用了旧时常见的巧拼当作铺垫，而这些巧拼其实是从北艺大体育馆的仓库挖出来的报废物品。超级大床跟大椅子在永续制作上的成果让人满意，舞台设计跟导演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他们愿意朝向永续制作的努力共事，光是尺寸的选择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噩梦。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舞台设计张哲龙还有导演陆爱玲的支持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相信我们在永续制作上的努力将会成为典范，并且在大家心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记。行架跟库存平台节省了大量的经费，而前者甚至对于永续制作的布景结构开展了一个新的篇章。我希望各位还记得我前面说过的尤利西斯有一朵浮在空中的云，这里面有两件事情也是相当特别的。第一个是关于云的材料还有质感的问题，在很多次的实验之后，我们决定使用描图纸来当作主要的原料。描图纸是一般设计科系常会使用的消耗品，它是给学生用来做作业打草稿用的，如果没有另作用途，那么最后就会变成垃圾丢弃。在制作的后期，我发现原来学生捐的描图纸已经用光了，我立刻在脸书上寻求协助，然后这篇贴文呢就引起了一位毕业了将近30年的校友方陆云的关注，他把当年工作用的描图纸全部捐出。用描图纸完成的云朵在灯光从里面透出的时候，既惊艳也具有剧场的效果。第二个关于云朵的特别之处是它的构造，因为这朵云必须在演出的过程中进行扩展跟收缩，在一番研究之后呢，我选用了 Hoberman 这种伸缩球的构造来打造这个云机关。在我多数的机械结构案例中，框架的基础结构大部分都是用铁结构焊烧而成的，但这次为了永续，我完全不用焊接，就是把整个框架全部用螺丝跟螺帽来打造结合。有了这一次的经验之后，我们在拆台的时候呢，不仅把机械与滑轮零件继续的库存使用，连铁管结构都能够尽量的被留存，期待下一次派上用场。稍早说明三合一理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第四个沙子的案例，也就是尤利西斯。除了使用环保的玉米芯当作替代材料，我把先前学生在戏管留下的干净的处理过的保利龙拿来使用，在最后的回收之前给予重责大任。因为我们的沙堆总共有3层，上面的最底部的填充层呢，就是我们在麻布袋里面装那些破碎的保利龙构成。上面的一层，这是有玉米芯的胚布，那么分隔上下2层使用。
最上面才是我们的玉米芯。因为这些即将被回收的保丽龙，还有已经用了好几次的胚布的这个老把戏，我们把沙子的用量跟采购的费用降低了将近九成。尤利西斯的制作是个让人非常兴奋而且不寻常的经验。我要求学生把不需要上白胶的木料脚材结构，只用螺钉，避免它们将来被丢弃。最后被丢弃的废料不多，比以往都少。如果没有朝向永续制作的决心，我们花在垃圾处理上面的费用可能会是两倍或是更多。虽然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设计规划上，甚至拆台的时候，各位看到的照片是我们那一天拆到凌晨两点钟，我们要花上更多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做了对的事情。我相信也可以重新思考，对于永续制作我们还能做什么。最后这个段落，我希望分享关于尤利西斯一个想要尝试的部分，但可惜没有做得非常完整，就是我希望能够在制作、彩排、演出的过程里面呈现出用电这件事情所产生的碳排。因此我们找了一家厂商，以优惠的方案，在不改变既有电箱跟电力结构的前提下，来监测我们用电的情况。一般的这种用电监控的产品都会有各种数据可以参考。以我们合作的这一家海运来说，它每分钟可以提供两次的用电数据。透过校园的 WiFi 网络上传到云端，可以监测所有用电单元的用电变化，也能够记录所有的用电度数，也就是千瓦小时。比较可惜的是，测电单元的记忆的储存量有限，如果网络断线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那段时间的数据。事实上，无线网络不是那么可靠，加上偶尔会有停电的情况，所以在这两个月的用电监测的过程有点雪上加霜。不论结果如何，我是非常感谢海运提供的优惠价格，以及今年三月到六月之间对我们所提供的协助。尽管有数据遗失的苦恼，加上我们完工三十年的建物里面有不少的总电箱，它同时控制了许多单位还有部门的用电情况，所以在我研发处的同事宜轩、北艺大的空调机电合约厂商方大哥的大力协助下，我总算做出了尤利西斯的用电估算如图表。这里面呢，把用电分成了九个大项目，第一个是空调，占据了50%，排电占据15%，灯光与照明占据了11%，服装制作占据了8%，服装里面应该包括了烘衣机、熨斗这些使用热能工作的设备，舞台制作占据了7%，汇景占据了4%，汇景里面主要是照明，其他像是电梯、中控室里面应该是包含音响的扩大机，这些杂项加起来才5%。上述的用电占比，空调占据了50%，请注意，我们的制作期是从三月底到六月初，如果制作期往夏季挪移，这个比例还会上升。另外让大家会觉得比较困扰的是，为什么我们排练的用电会占据原来的第二名呢？其实不奇怪，因为监测排练用的电表里面也包括了空调还有照明的使用，这也是刚刚顾问子柔所说的两个重要的大的用电。那我刻意把排练的空调照明在这个图表里面显示出来， 很明显的，它跟我们空调剧场的空调照明都是名列前茅。在排练场的用电占比里面，空调占据了62%，如图上的黄色的区域，照明占据了32%，剩下的占用了6%。因为本次制作的用电刚好在非夏日的时间，所以电价呢是夏季电价的78%左右。计算之后，我们这次在尤利西斯所用的电费大概是329,000元。但这些空间里面使用的不只有尤利西斯，事实上我们有部分的课程在里面安排，所以实际估算下来，尤利西斯可能占据了刚刚所有数据的80%。
比较抱歉的是，因为我们监控的资源不足，这只是个估算，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题目，所以我在这系列的投影片的最上面标题写着，这是个未完成的实证论。经过上述的估算之后，尤利西斯的总电费大约是26万多，舞台组跟服装组的制作材料费都是18万多，我们的电费居然比两者的材料费都多出了40%。我个人认为，如何降低制作用电量，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最后，我们把尤利西斯的用电跟一般的家户用电做个对照，我们发现，在两个月的制作里面，根据电表所计算出来的总电量，相当于台湾80个家庭在两个月的平均用电量。如果把教室上课用途的电扣掉，我们大概相当于64个台湾的家庭所使用的平均电量在两个月内。如果以每一度电碳排放0.5公斤来估算，尤利西斯的用电碳排相当于总计是21.8吨，几乎是台湾每人每年平均碳排的2倍左右。当然，台湾的人均碳排应该包含了用电大户，工业上所有的用电大户。以上是我们台湾第一次尝试有人尝试要把一个演出制作用电进行盘查跟评估。以现有的设备的限制之下，正确性有待商榷，但是我相信第一步跨出了，后面会有跟随者继续努力。其实这次的尤利西斯，我本来还想要把舞台材料进行一个碳当量的计算，这个部分也是未完成的一个研究。倒数时刻，我希望分享有点争议的一个杂感。在今年的4月20号，马斯克的 SpaceX 发射了史上最大的火箭，在空中飞行了4分钟整，然后爆炸。许多人都戏称这是史上最昂贵的烟火秀。看着一群电视荧幕前兴奋呐喊鼓噪的群众，他们为的是那个爆炸的瞬间。我其实只觉得悲哀。在探索太空的这件事情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人类现有的科技能力不可能在自我毁灭之前移居到任何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如果当代艺术只是为了艺术家自嗨，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烟火秀，而无视于地球暖化的严重程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慢性自杀。各位线上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捩点，大家问问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艺术永续的倡议者，还是谋杀地球的一个元凶？最后，请容我再把永续三义论做个回顾。我们不应该只对材料跟科学的知识了解，也不能对我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而感到自满。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地球的面前谦卑，并且了解到，如果不赶快展开永续的作为，地球不会再施予人类仁慈与同情。尤利西斯是一个我们探索永续制作能够走多远的案例。只要制作团队有共识，我们打从心底对地球的现况感到关切，如果对于永续的同情与仁慈就能够油然而生，我们不需要教条，也不需要口号，就会应该有该有的作为。最后，艺术界的朋友们应该要相信这个创新的理念，想象力不应该只用于艺术创作本身，而且应该用在创作艺术的方法。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一起行动。好，谢谢金元老师。我想刚才金元老师介绍的案例里面也展示了，就是一方面我们台北艺术大学在推动这个碳的减量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好，因为我们的学校的教学跟制作的样态非常多种，那每一个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难。好，但是在过去这一年中，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很多老师在推动这样的计划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很有价值跟很有意义的对话。那其实我们彼此大家互相在找方法，就像刚才金元老师最后提到的，好，那我们的创造力不只是用在作品的本身，我们也用在怎么样在作品制作的过程里面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符合永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美术学院刘院长。
好，谢谢主持人哈。我想这一场主要就是就美术学院在艺术操作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从场馆或是材料的进出的样态里面，对于资源跟能源使用的概况做一个理解跟调查。那在整个调查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的设定，就是如何在整个教育的过程里面，让艺术永续的概念能够融入到整个教学的活动里面。但是我相信可能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用一些比较口号式的或是宣言式的介绍让同学能够理解，因此我们把它直接置入在各个场馆的使用方式的一个改进跟管理方法上头。所以以下大概就是就这个层面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分享。那当然在这开始我也得先自白一下，就是本来应该在整个计划里面，如果有可能，当然现在可能也还没有所谓碳排查的专家哈，就是他在科学方面的一个具有科学方面背景跟碳排查的证照啊等等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或许可以协助在各个不同使用单位上面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碳排查的能力跟状态。那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艺术创作是一件很耗能的事情吗？那么前头有杨金元老师他在剧场设计的部分做了一个蛮清楚的示范。那我们这边要谈的就是在视觉艺术的部分，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啊？我们在整个计划里面大概设定了几个标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能源耗用的情形的理解。那么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前提就是所有的这些理解我们仍然是以创作者的身心健康为要，然后他在整个理解过程里面不影响他的创作思维，就是不会为了要做任何的能源的减省而去影响到他在创作思维上的任何的改变才对。但是如何隐性的买入到他整个创作的流程里面去做能源的节省，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整个盘查的过程里面大概就是分成场馆的能源耗用，以及在制作过程材料的进跟出，就是 input 跟 output 的部分如何在能源上面有更为减省的方式。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里面也因为在计划资源上面稍微受限了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以整个废弃物产生最多的工作室，也就是木工教室来做一个盘点。那么在整个市性的调查里面，就是说对于这些空间场所的调查要调查什么呢？我们就刚刚提到就是以创作者的健康为标的的话，大概有哪几个指标，大概就包括温度的控制光源的控制等等这样的指标来进行数位化的量测。那么刚才其实杨老师有提到在做数位化量测上面的一些困难，它需要一些相关的机具设备以及预算，所以我们就就我们可能的方式来做这部分的资料的收集。那目前在做整个木工教室的废弃物的这个使用现况时，第一个当然对于使用人必须做相关的意见调查，那再来就是对于他们在使用整个材料的时候的一些现况，到底怎么进怎么出，到底材料怎么处理等等，其实要做一些现象式的观察。那么透过这些现象的观察，我们来制定一些所谓的减废的策略。在生产过程里面虽然是木工教室，但一样会有所谓非木料的废弃物的产生，然后如何透过整个教室的管理制度去完成我们这一次要实现的标的，包括他们其实对于废弃物的丢弃其实都要透过表单系统来呈现，就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种口头的方式就能完成了，我们把它将它置入到制度性的方式来进行操作。那这些是我们在各个月份做废弃物调查的一个统计表。那这里面大概就先简要以六月份为例，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废弃物单单是一个木工教室所谓的木料跟非木料的总和大概就 1.4 多吨的废弃物的一个排出。
那么在刚提到说，如果对于工作环境要进行一种适性状态的维持，可是又要能够得到适当的能源节约的话，要怎么办？那我们观察的部分刚提过了，有光线、温湿度跟空气品质这三个要项的一个调查。那我们把整个调查的样态放置在三个空间，第一个木工教室，那么它三个事情都会做调查。那么数位基地跟雕塑教室就以耗电量跟室温性来做调查。那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会将整个调查的项次跟特征啊再做扩大。那么在木工教室的部分，主要就是它会有大量的木屑跟粉尘。那还有在通风跟光线条件下面如何再做更适合的调配，然后再来就是许多半成品跟废弃物一个堆置的状况如何来做处理。那么数位基地主要就是有相关的一些数位的设备，陶塑教室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大家会认为说在里面一定相当耗能，包括它在工作的环境里面似乎是一个高温的状态，那么它如何能够做到适性的一个能源使用。我们在做量测的方式的时候，其实跟前面杨老师的案例也有点类似，就是到底这些数位的量测的设备要放置在哪一些地方，以及它在量测的过程里面的确会遇到包括停电等等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是透过许多的努力去找到有厂商愿意用比较低廉的价格去设置这种所谓非侵入性的数位电表的方式，但很可惜，我们大概预算更不够，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做到这个无线统计。其实我们说实话有点原始了，我们是要用人工抄表。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数位的一个量测的方式，所以未来我们会做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我们在整个量测过程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了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在图表的上头分别是两个空间的用电量的一个统计，右边的部分那个棕色的部分比较高的那是木工教室，那么它在用电量的部分占整个总资源使用的70%多，那在数位教室就比较低了，大概只有18%而已。那旁边有个小小的红色的部分，那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数字，就是比如说以木工教室来说，它所使用的能源的耗用大概占整个美术场馆的一点点而已，所以可以想见其实整个场馆在所有的耗电量上，或许也跟刚才黄小姐这边所提到的本校的能源耗用大概还是以场馆的用电量为主要的大宗为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还有第二个发现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未来对于这种传统机具的使用，是否还要使用这些这么耗能的方式？因为各位可以看到在数位基地里面有比较新颖的雷射切割的工具，对于这种比较新颖耗电量低的切割工具跟制作工具，其实它耗电量其实远比木工教室低很多，所以未来或许在整个场馆的设计跟设备的采购上面应该尽量朝向这样的目标来努力哈，我想也可以相当达到节能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能源耗用里面最大宗的部分啦，一个就是冷气的冷媒的使用，另外冷气冷媒以及冷气电源的使用，另外就是灯具的使用。那么在这一次的调查里面，其实也发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我们汰换掉，因为目前在调查是把所有场馆的冷气都列入计算，所以我们计算到说，如果我们能够汰换掉35台的设备，大概一天可以减少630度电的使用。那在更换这些设备，其实大概只需要大概台币95万左右，可是这个95万你换算成电费的耗用，其实一年就回收了。所以对于目前场馆一些老旧设备的定期的盘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列入年度的设备的汰换计划，其实也能够相当的达到我们在能源节约上面的一个样态。灯具的部分也是，大概灯具的部分我们看到如果改换成 LED 灯以后，大概每日可以减少128.7度电的使用。
然后它能够节约的电费大约是180,000左右每一年。所以一样，在经过汰换之后，其实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啊，花了这么多的钱去汰换设备是否是不划算？事实上不会的，就是在能源使用的节约上面，其实反而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在陶艺教室的部分，也是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就常常会有一些工作的相次会用到比较多的能源，甚至里头的温度的控制是否也会造成因为使用者觉得温度过高而大量的使用空调的样态。但是经过我们的统计，其实发觉黄色的部分是3次烧窑的温度记录，那其他是平常工作时的常温记录，其实总态平均下来大概略高。那也跟使用人做访谈，事实上觉得这样的状态其实还好，并没有需要因为这个温度的过高而进行空调温度的调节，那耗用比较多的能量，所以这件事情并不存在，也就是不会有一般人以为的必须要用比较多的空调来进行降温的动作。那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里面，如何让它置入一个管理的系统，其实它的困难就在于第一个，当然是分类就非常复杂了，大概会产生的垃圾有哪些的样态，然后单单是以木类来说，它所残余的木料如何不伤害这个负责清运的人就是一个难题，所以在管理上单单是这件事情就非常复杂。那我们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图表上面，我们大概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执行前的波峰略高，执行后就是中间横线右边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垃圾的总量已经有减少的一个趋势，所以很明显的其实经过一个适当的管理方式，是可以再将所有的垃圾进行减量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原来计划里面希望能做到，就是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比较具有效率的减费的管理方式，能够将某些物料再进行回收。那原本也很天真认为说，其实这些木料大部分看起来都可以用，常常有老师经过这些废弃的堆砌物里面就说，哎呀，通宵好浪费，这个东西明明都还能用，为什么就丢？那我们就真的做了一个盘查跟做一个整理，其实发觉其实真的还能回收材料其实也不多。目前从就是这两个月九月跟十月做的一个统计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真能回收也只有 4.7%。真的原来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如果我的回收率够高，或许我可以透过回收的部分能够养得起负责管理的工读生。但看来也有点困难，不过我们后头会提到整个管理机制的改变，或许我有希望把这个 4.7% 的这个数字啊调到稍微高一点点，我希望下一个阶段能够做到 10% 的回收率。那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后头会介绍。那这是我目前在进行木料的一个回收区域的安排设置。为什么？如何回收这些木料的尺寸设定，怎么样安排，怎么样堆放能够更有效率，那么我们进行的一些规划，这是它堆放的空间跟堆放的方式。另外就是将整个如何把这些材料给整理，其实透过这一次的计划，我们的助理其实把它整理成一个回收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形成未来在使用这间教室老师可以使用的教材，就是告诉学生怎么样把这个回收的材料能够用得更好。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也把所有的机具的操作跟使用呢做了更清楚的定义，不只有文字的操作手册，也有相关的教学影片，我们把相关的教学影片都制作完，制作成 QR Code， 让同学其实到那个现场可以透过 QR Code 扫描，他就可以看到教学影片。那么教学影片教什么？不是教他怎么使用，是教他如何在一个具有减费效率的方式去裁切机具，就是如何用更有效率的方式裁切这些材料，然后不会浪费材料。重点在这里，跟以往认为只是在教授工具使用这不太一样。那么很快简单看一下这个影片的小小内容，大概这就是直角切吗？直角切就像靠这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谢谢。那我们就往下看，主要看一下是我们有做了这个东西。另外就是在材料的储放的部分，
同学很容易堆砌，其实在使用的习惯上过去都不太好，还一直堆一直堆，堆到后来其实这些东西最后就会对永远的永续的堆在那里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他这个新材料运来三日内没有来领，就直接充公。然后呢，堆放的过程呢，我们的工读生会每个月去盖一次章，盖了四次章，表示他已经放了一个学期，我们也充公，或直接处理掉。所以对于材料的堆砌跟堆叠，我们有一个具有比较有效率的整理方式。那这是他整理的状态跟放置的样态。那下一个阶段的计划是希望慢慢的能够导入这个刚刚提到的能源管理系统，就是刚才杨老师有提到的那个管理主机能够进来，大概估算了一些简单的费用，大概18万吧。那么材料的部分还有工作的人员人力的部分，我们大概也做了一个估算。那么下一阶段的这些需求，它导向的目标当然就是能源数据能够更精准，那么对于废弃物的使用的流程能够再更有效率，汰换一些老旧的设备等等，那符合相关 SDG 的3、4、9、12的项次。那除了丢弃以外，其实我们也腾出了一个小空间，我们把它称为 R-Mart、就是如何让同学能够到里面去使用这些回收跟废弃的材料、那我们把它简称叫 R-Mart， 那 F214 是那个空间的编号。那这是在 R-Mart 里面整理出来的列表，事实上会把它真的进入管理的方式，材料有哪些，它的样态是什么。那这个是它目前堆放的样态。那同学目前我们是本来是希望能够或许透过收费的方式来折换转换成工读费啊，但看来目前不太可能，所以暂时目前就是免费，同学想用就来用吧。那在整个永续的方法上面，我们不是只有做减费的动作了哈，我们在思考另外一个在视觉艺术里面常会发现的一个状态，就是那颜料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办了两个蛮有趣的工作坊，就如何利用校园的土壤来制作大地颜料，我们如何利用校园的植物来做染料。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 PPT 上面，左边是大地染料的部分，右边是我们进行校园植物啊，这些植物的原生材料就可以拿来做成染料的示范例。如果在创作的样态上面可行的话，事实上应该就是在校园里面，同学就可以自给自足，不用出去买颜料，也不用出去买染料，就可以自己做了。另外在相关的永续案例里面，当然同学利用这些废材做了一些回收的部分，做了一些展览，那只是实际有了案例，并不是为了宣导说你要做艺术，不是，是他们真觉得这材料就是可以用，直接做了一些相关的作品的案例，这边就不再一一介绍哈。那比较有趣是后面这个案例啊，左边是有一个同学在做一个移动墙的呈现，就是他每天都会让那个墙去移动一点点，让人去感知到空间的变化。那后来其实透过我们这个计划，有一个媒合计划，就是让这些废弃材料能够再被使用，的确就被另外一位同学，他叫陈新梦，去使用做了另外右边的那个计划图，就是把地媒馆的天花板直接反转，那所以材料能够再被重复的使用。那么最近还更有趣，又听说这位同学又把那个他做成天花板那一格一格的状态的那个木料又做成了木盒子，然后在二手平台转卖，这样所以让它永续再永续，回收再回收，蛮有趣的一个例子。那最后大概只是跟大家提一下，所以艺术永续大概有两个概念，是一个是艺术的永续，一个是如何以艺术的方法永续。那对我们来说，艺术总是带来一种反思跟觉醒的方式，我们如何用艺术的方法来实践永续的行动。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了美术学院在这半年进行的艺术永续的一个行动计划。那么是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刘院长，非常精彩的报告，尤其最后的结论提到的艺术永续跟艺术方法去做永续，我觉得这都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讨论的时间，那我们在线上的朋友都可以透过 Slido 写下你的问题，那现场会通知我们，那等一下我们可能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各位的问题呢纳入我们的讨论的过程。那接下来要请教我们在场的教务长，
好，那我想刚才我们不管是碳盘查的经验，或是杨老师跟刘院长的报告里面，其实我们都发现了，在北艺大要推永续，要跟课程结合，应该不是开一门艺术永续的课程就可以做到。好，那尤其是从我们刚才第一场到现在都在讲感性经验跟理性经验的结合，那您作为教务长啊，您在推动课程的跟永续的结合的变化或者是创新里面，你有什么看法？好，谢谢主持人，还有现场在座的观众，还有我们线上的同仁，大家好。那我想刚刚一开始子柔也特别就整个学校碳盘查的角度来做一个报告。那刚刚杨老师跟刘院长分别就戏剧社系跟美术学院做的课程的方式来分享。其实就像刚刚主任谈的，其实我们学校的专业系所，特别是两个很大的一个碳排量的系所，都在做这些事。那从学校的角度，我们怎么做？特别是其实各位可以发现，刚刚两位的报告，他都是在他们制作过程当中，可以从这些设备材料上去做减碳。那可是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课程，可能大部分是学科的课。啊，学科的课大部分我们大家就花电特别多。那我们在从一个教育的角度，身为教务处，我们怎么从一个校级的角度去让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永续的这个议题？那当然，它可能不是单一一个讲座或者是一两次活动，那能够在课程中一个16周、18周的课程当中都能够有这种永续的概念，让学生去体会，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要做的。那但我后来跟研发长也讨论，那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案例，就是我们在3年前也在我们校长的支持下，我们跟研发长邀请到了政大创造力讲座教授吴进吉博士来问我们学校的博士班的学生，因为我们学校有5个博士班，我们透过跨领域的方式让这些学生能够共同修一门课。那当时我们用的是一个坎伯神话，一个神话学大师坎伯的这个英雄之旅的一个概念来串接这一堂课。那当然他这个课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引导学生进行跨领域自我觉察，然后社会情绪，还有就是自主学习。那因为3年前有这个契机推，那也就是刚好我们今年北大我们第二年在推动永续，我们也尝试把永续这个议题融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当中。那我们也才刚刚目前正在推动，那这个学期推动，我们也发现用永续当成一个主题去引导学生，其实也有蛮不错的效果。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年度硕博士班这个例子。那我们也拍了一支针对我们一次的异地教学，因为我们把学生带到宜兰丽泽当地去，那因为有跟一个无独有偶的剧团来进行一个异地教学，那我们有一小段的一个片段，我们有一个影片，那我们是不是先让我们的先播放一下，让我们现场的跟我们线上的与会者能够看一下，我待会来再做一个说明。那这是一堂英雄之旅的课程，那它其中的一个片段，我们拍摄这个片段是我跟国华国民班长带着学生到丽泽在地去感受，然后去本来是想都透过海废的捡择的这个捡拾能够做一个艺术创作，那我们把这个过程做一个很简单的片段，大概3分钟左右，那我们让大家先欣赏一下。通过一个仪式的过程，可以跟大海、跟世界、跟过去的人、跟动物，可以跟任何我们想要连接的对象连接，这就是一个仪式，在文化里面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传统里面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面向大海，专心的看大海，感受那个太阳，感受那个风，感受那个海浪的声音。关键是学生的素养，就是他带着走的能力跟知识，所以我们要启发他对这一切的感觉，那这样自然就会变成学习到的东西就会变成个人的素养。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融入了一个永续的主题哦，我们怎么样跟自然重新修复关系，重新去感受我们被我们遗忘的大自然，那我们走进了自然之中，自然也走进了我们，然后自然馈赠了我们一个我们捡到的纪念品，然后我们把那个纪念品拿来放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我想这一切都是一个融合，所以其实永续的一切都要回到人跟自然关系的重新修复。我们感谢丽泽的天，我们感谢丽泽的地，我们感谢丽泽的海，带领我们走向大自然，也让大自然走进我们的心里。从今天开始，天地海的能量
会进驻到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面对自己生命困顿的机会，关键是当我们不放弃，努力要去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力量的支持。好，谢谢大家。欣赏它原本来的样子，它是什么形状，它的轮廓，它的颜色，它的质感，它给你怎么样的感觉，或者是它让你联想到什么。这个线条是我们把各种从生活中留下来的废弃物里面可能切成线条，或者是很多的边角，然后用它来做自由的想象。它有很多的可能性，不同材质它可能有不同的软硬弹性。那放在戏偶上的时候，它就会很像一个偶的不同的表情。那因为我们从线条去构筑一个偶的轮廓的时候，它可以是很抽象的，它可以人会在这个线条的阅读中产生这个想象。我们的条件就是从这条路的其中一端，然后移动到另外一端。谢谢。我们这堂课的第一个发想点就是跨领域，不同系所的学生大家聚在一起，在跟人家合作前，他可能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其实自我觉察跟自我认知的部分也是我们这堂课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内涵。从课程当中有非常多分享，这个就是社会情绪，他愿意除了自己了解自己，他也愿意跟人家做沟通。好，谢谢各位那个收看啊。那我想刚刚那一段，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我们在英雄之旅课程在进行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把永续融进去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拍摄的结果。所以事实上，它我要跟各位分享是说，回到这个课程的本质，其实我们还是有我们想要上课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但是只是我们用永续作为我们在实现这个价值过程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那学生也会在他们的创作过程当中或学习过程当中，透过艺术这一件事情去达成永续的想法。那这个例子是我们放在学校的硕博士班，那同时我们今年我们也很贪心，我们也在大学部开了一门同样类型的课程，只是对象不一样。刚那一门是硕博生，这一门是大一的学生。那这本大一的课程，那除了我跟严法郎之外，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剧社系的杨金元老师跟我们另外一位林艺人，还有我们陈俊文老师，我们总共五位老师共授这一门课，同样用永续的主题在串整个课程的过程。那事实上今天其实因为各位没有办法到现场，我们事实上在做整个环境布置的过程，我们很多的现场的会场布置就是由我们杨金元老师带着我们的大一的学生，透过共创的方式作为一个最后的呈现。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 让金元老师，也来稍微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布置的这个内容，如何用废弃物的方式，让金元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我们请金元老师。OK， 谢谢。这个英雄之旅的课程原来最早是教务长还有国华老师，研发长他们在主导的。那刚刚看到的影片应该是研究生版。那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很期待有一批大一的学生他们要进到这个学校，那也做了一个大一通识课程的英雄之旅。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当初在暑假我们规划的时候就希望能够让他们也参与永续论坛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刚刚讲的很重要的学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跟学生预告了我们会有这个永续论坛的一个场部，然后我们也给他们看了去年的影片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去年用最少的废弃物的情况之下去把现场做了一个完整的场布。所以刚刚在稍早也提到的这个姑婆浴拍照啊等等这些，我们就是让现场这个所谓的废弃物能够减到最低，达到 5Rs 啊，五种这个 R 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呢，从开学之后，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让学生来进行规划，就是说他们想的主题，他们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怎么样去呈现永续的一个概念。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既然这是一个线上的论坛，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场部呢？因为第一个，我们还是一个摄影棚的概念，所以我们希望在摄影棚的这个框架底下，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啊，有趣的画面可以让观众感受到说 ，OK， 我们很有诚意在办这个论坛。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贵宾抵达我们的现场，那甚至呢，我们这个主办的这个研究大楼国际会议厅的这栋建筑物是学校非常多学生会穿越的一个场地，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场部的过程，让更多的学生可以看到说 ，OK， 北艺大正在办一个这么重要的活动，我们一起参与吧。好，那接下来我稍微讲一下课程的过程，就是我刚刚说了，我们有一个规划的过程，所以学生天马行空，有非常多非常棒的 idea。那他们的 idea 丢出来之后呢，我下一个问题就要问我自己，我怎么把他们做进行一个整合？像我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拉一个浪景哈，摄影师帮忙，就是在我前面的这个玻璃桌上的这堆青苔，哦，最早是有一组同学呢，他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毁灭后的文明，或者是毁灭后的地球。这个标题非常的耸动，但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那当时我刚好又看到一个国家地理杂志上面有一个照片，非常震撼，在一堆被废弃的太阳板的周遭长出了无数多的植物，绿色的植物青苔。然后呢，那张照片里面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妈妈牵着一个小孩，很小很小的两个人走在那个绿色的田里面，然后这个废弃物这个太阳能板，我当时是很受震撼的。那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毁灭后的文明呢？因为我们很明显的不管人类怎么样破坏地球，我相信最后占领这个地球的应该是这些植物跟其他的动物。所以我就把毁灭的文明那件事情呢，就用在了我们这个部分的场部里面。然后这一次的场部呢，最后再让我简短的说一下，我们有五个主题，那这五个主题最后呢合成了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大主题叫做健康的人。那健康的人需要很多重要的器官，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很好的呼吸系统，然后你要有很好的心脏，然后你甚至要很好的手脚，然后你才能行动，你能够去创造，然后你要很好的循环系统，然后很好的这个神经系统，神经断掉我的手就不会动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把它串成一个叫健康的人。那我们现在的地球不健康的，就有点像我们呼吸系统可能不 work 的，我们的循环系统阻塞了，那我们正在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各位有机会啊，将来也许在我们回顾的影片里面会看到，我们把这五个主题应用在展场的每一个角落，只是我们不把它说出来而已啊。那最后呢，我们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这些大一同学他们都有要上各式各样的课啊，我们大一的同学课程都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用他们非常零碎的时间，加上我跟助教，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场部完成。那我也非常荣幸，就是校内的老师们他们愿意给我们同学们这个机会，把他们的创意实践出来。好，谢谢金元老师跟刚才教务长的分享啊。其实教务长在提这个课程构想的时候，他在谈的是素养。素养是什么意思？素养就不是知识，而是学生上完这个课之后，他就内化了，内化成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或者是他自己就奉行不渝的一个个人的守则、行为守则。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超越了我们传统想象的这种教学的方式。那所以刚刚教务长分享的那个学生跨领域学习、自主学习跟社会情绪学习，他被融在一个课程里面，他不是被教给学生，而是让学生在课程里面自然而然的就让这些变成自己的能力。我想金元老师在做的事情也是同样，他让这个学生在这个课程里面，最后他用永续的概念去创造了这个会场的布置，好，那然后完全融合在这个课程里面。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在思索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一些很重要的经验哦。不过我相信那个几位老师也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在课程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要花费非常大的心力去设计课程哦。不管是教务长的课程或是金元老师的课程，那个学分很少，但是花的时间非常多哦，要设计非常长的这个细密的工作流程，让学生可以导入，然后最后才有办法坐在现场。我想这个现在有一些现场这个来宾在线上问的问题，我就直接请教金元老师哈。那大家就在说，就是我们好像在讲永续都是一个减法啊，少用一点啦，那个节省一点啦，有没有加法？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刚才子柔也讲，就是我们在怎么减碳，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地球，我们有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就直接固碳。那我们在剧场里面会有这样的方法吗？我们创造新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比过去更能有效率的达到永续。好，那我已经不是念工程了，所以固碳我不会，但是呢，我相信有一个概念是可做的，就是我几个月前在国家两厅院也曾经发表过，就是希望我们来倡议一个所谓的warehouse， 我们大家在做表演艺术的人可以共同有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仓库。我们也知道几个知名的剧团乐团，他们曾经在过去几年被他们的重要的仓库被大火烧掉了。那在那个烧掉的过程里面，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请文化部补助经费，让他们去租更多更好的仓库。可是我现在在想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表演艺术里面会常用的共同的材料，譬如说我们剧场最常用的叫做景片，叫做平台，然后甚至我们的桌椅家具，这些东西大家其实是可以共用的。想象它是一个 Costco， 想象是一个 Costco 的概念。那我们有会员制，我们可以捐我们的东西进去，然后呢让别人从里面把东西借用回去。那这当然详细的规则详细的管理我就不在这边多说。那我希望这样的概念呢是一个加法的做法，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我们在做表演艺术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桌椅，不可能没有道具，我们必须使用它。那这次尤利西斯我前面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讲，我的想法就是对，我尽量的减，尽量的减，可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觉得也大家可以一起来集思广益。好，谢谢金元老师。那现在还有几个问题其实是互相相关的。那也许永续这个概念到底会不会对于艺术的创作或是艺术的自由造成限制，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请刘院长来跟我们回答跟讨论一下。那也有朋友，线上的朋友在讨论到投影机那个所有的教室现在都是这个自动化的设备，都有这种投影的设备。我相信从小学 到大学研究所大概都在用投影机。那有朋友就在关心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考虑上课不要用那么多的投影机。好，那也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展览都会用非常多大型的投影设备，那这个投影设备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那它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能量的消耗？我想可能在院长回答之前我先讨论一下投影机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趣。那我自己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也是都是同学都准备好了报告，本来也都是要用投影机，但是停电了。好，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驻村我们带着学生在乡村里面上课，那个停电了不是我们立刻可以解决的。好，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上课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从教室走到户外在 那是暑假的那个上午在树下，然后我们就跟同学说，你把你要用投影机报告的内容全部转变成你们用现场用任何方式来报告。结果这样的一个转换当然给同学了一些练习的时间，其实效果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然后我自己发现就是同学把它写成投影片在讲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把这些内容再复述一次，但是当同学把这些东西内化成一个表演或是一种演出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再消化了一次这样的内容，然后他用其他的方法去展现给同学看。好，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经验也许可以，我们也可以试试看未来是不是可以减少使用投影机，用不同的方法来上课，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启发。那至于这个永续对于艺术是不是会造成限制，有没有可能在展演上面有做到更多的这种节能减碳，我们请那个刘院长。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刚才提到，我先从其实投影机的部分来思考，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对于使用的材料跟机具本来就是从他的创作的意图开始，对于什么样是最适合的材质材料跟工具的呈现是一个非常基本功的一个样态。他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程度的反思，而只是为了单纯的感官的效果而操作，本来就不太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作品的。所以倒是我想这个提问的观众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永续的概念，基本上我想可能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认知的样态。有人认为永续是物质性的永续，有人认为是非常唯心的永续的状态。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如何用艺术的方法永续，或是让艺术永续这件事情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思考的分支可以岔出来去谈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哲学性的命题，所以因为这边时间很短，不太可能一直讲那么多。或许真的可以针对就永续这个议题，就可以开一个研讨会了，关于这个命题的概念。
那但是基本上在这一次的研讨会里面比较重要的是，我想应该是说做到一个基本的样态，就是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团体里面的个体，如何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很适性的使用该有的能源的样态。我想这个基本的，我们把它简称为 个体伦理好了，就个体对于环境的伦理意识，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在前头也提到，基本上不会让任何外在于非艺术性的思维去干扰所有艺术创作者的自由，这个是绝对会坚守的一个样态。那至于这个自由的样态又是什么，以及那个所谓干扰样态是什么，它又是会一大堆的讨论。或许有机会，我想我们再就这个命题来做讨论好了，谢谢。那当然，还有一些题目是针对我们学校在推动永续的时候面临的一些困难、啊、那我想，因为子柔顾问都全程都参与，那等一下可能也可以请子柔顾问分享一下这个题目、啊。那还有一些题目在讨论到的是，譬如说我们这个论坛，好，那这个论坛我们当然是为了不要造成交通的移动了，所以我们全部都采用线上进行。那也有朋友好奇说，那可是我们现场还是要用一些电啊等等。好，那在这个论坛呢，我们的艺术永续论坛今年跟去年都一样哦，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尽量节省消耗，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在场工作的名牌，好，那就是身上别人那个名牌，我相信大家去参加会议，大家都会领到一个名牌哦。那我们的名牌其实是用回收的帆布来制作，那譬如大家看到的我们的饮水啊，都是用玻璃瓶，这是一个回收的玻璃瓶。好，然后我们的这个便当当然都是这个回收的，可以回收冲洗再利用的便当。好，所以我们在整个会论坛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在实践这样的想法，譬如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印刷品，没有任何的宣传的布条等等。好，那我想这个在我们学校也是从我们这个论坛开始啊，让大家去思考，哎，过去我们觉得一定要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可以减少。那我想就像刚才刘院长讲的，就是永续哦，其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在学校在谈永续，在推动永续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有老师或者是学生就讲说，那永续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到节能减碳，那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通通都不用，那是最环保最永续。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就我觉得刚才刘院长在分享的资源管理的概念可能是值得我们参考，就是所谓的永续发展是我们还可以持续发展，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拥有跟我们同样的发展机会，也就是我们不会过度耗尽未来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发展。所以刚才那个线上朋友问的那个加法，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做法，就是我们一样可以发展，但是我们可能可以替未来的人创造更多他们还可以发展的机会。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那子柔，你在这个整个推动的过程，你看到我们学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我刚刚也看了很多线上的朋友的问题哦，我尤其是那个加法减法这个问题，我想要先回应这件事情，因为也许可以帮大家在这个方面思考多一个不同的回路的一个想法哦。也就是我相信有些老师可能知道，就是我本来是北艺大毕业的，但是我为了要增加就是对于环境科学的一些理解，所以我其实今年也去报考了北科大的这个环境工程与管理研究所，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是硕一的学生。其实我在课堂当中其实也跟老师在讨论所谓的这个所谓净零减碳哦，2050净零怎么达成哦，那到底加法跟减法这件事情，我们人类到底要改变到多巨大哦？我这边想要很简短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哦，其实2050净零不是叫全世界的人类都不是生产，都不要工作了，或者是都不要生产，也不要做经济的行为，也不要交通哦，都不要，都减，一路减到零，就像刚刚讲，是不是一路都是减法？其实不是要大家一路减到零，那为什么要说净零这件事情呢？其实讲白的就是，你要减，但是应该说你可以排放二氧，你可以排放温室气体，但是你必须要有能力把它抓下来，也就是说你的排一正一负必须要是中和的，这样子才不会有过量的哦，就是超乎地球可以负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那所以你是可以排的，但是排的前提之下是你要能够抓，把你排的抓回来，做一个 balance。 我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女孩子常在减肥嘛，你真的觉得不吃不喝减肥会成功吗？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不会，我常常有时候一个礼拜，我曾经试验过一个礼拜不吃不喝，只喝什么营养水，我还复胖一公斤哦。后来发现不吃不喝根本就无法减肥。那到底减肥的这个关键在哪里？也就是你要增加什么？你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率。所以我们如果把它换成是减碳的概念来讲，在我的身体还没有透过运动来增加我的肌肉的含量，然后来去增加我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率，来去消耗掉我的这个食物的热能的时候，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减少吃嘛。所以你第一个会做就是，那我就不要吃宵夜哦，比如说吃比较清淡的。你会先从你的行为改变起，你可能会用穿烫的方式，你会多吃一些纯粹的食物，减少加工，然后借由这个来减少你身体去吸收额外的这些热能。但是同步的，其实这个减碳减肥的效果太低了，所以你同步的可能会去健身房运动。你会去增加你的这个肌肉的含量，来去增加你的身体的代谢率。你可能一天本来消耗只能够代谢800卡，后来你可以因为运动的关系，你可以消耗掉1500卡。所以相对的，你很有可能可以吃得好饱，但是你不会胖，而且还会更瘦，那是因为你增加了你身体的代谢率。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减法，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地球抓碳，也是刚刚老师讲的，我们排出去那些在空中看不到摸不到的这些温室气体，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从大气层当中把那些看不到的棉花抓下来，让它不要这么厚，然后是把它打到地底下，还是把它转化成什么样的一些 物质的形态，让它减少对于我们的环境的冲击。这样子的这些所谓的负碳的技术，还在很多这些不同的企业或是科学家正在积极的研究它当中。但是当这个还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把碳抓下来这样子的力量跟能力，还没有办法足以负担我们全人类现在所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之前，请大家至少可以先减少排碳。这是就跟减肥一样，你还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新陈代谢率提高到2000卡、3000卡的时候，你一定是先减少吃。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都在先讲减法，是因为我们能力所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先不要吃宵夜，然后你可能减少一些加工食品的食用，不要吃过多，那你可能吃健康一点。但是同时的另外一帮的这些科学家企业们在研发的这些负碳技术，其实是能够带领我们一起迈向2050最关键的这个未来的科技的发展。所以减要做，加也要做。那我们现在我们能力可及，我们没有办法，就像刚刚金老师讲的，这些负碳技术我们没有办法做，但是我们艺术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让更多人来去理解气候变迁是什么样的议题，永续是什么样的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透过最少的碳排的这样的线上论坛的方式，来透过我们的影响力让更多人来参与，来去采取实际的行动哦。所以那个 Alison Dekel 他们也有说哦，他们并没有要这个提倡所有的剧团演出都不要巡回了，大家通通就都不要去做这个国际交流，不是。他们在强调的是怎么样的去减少这个排碳的强度。你本来可能一个飞了这么远去欧洲，只是去一个城市，他让你在那个城市多跑几个城市，甚至是让你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来降低你的这个整个排碳的强度。就是他们觉得在发展永续跟这个所谓的产业这个永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是比较可行的。那最后我简短再花一点时间来回应一下刚刚讲到的学校在排碳的时候，我们盘查的时候遇到的状况，也是回应刚刚这个刘院长刚有提到的。就是第一个，我们任何的学校或是任何机关单位在盘查温室气体的时候，第一年通常会遇到的状况是所谓的数据可得性。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北医大好像只有盘几个项目，那是不是应该要多盘几个？其实我们在做刚开始定义的时候，在初盘的时候，我们有针对于学校的这些所谓的文创商品，或者是学校的这个文宣品哦，纸质印刷品等等的，我们有做了一些这个抽样的数据哦，想要来去推估一下到底哪一个排放类别是比较重大的。但是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学校其实五十几个单位哦，很多单位他们可能去年累积的数字就只有买了什么东西多少钱，但是对于它的材质跟它的重量这些数字我是无法取得的。包含比如像金元老师 今年非常特别有去针对于材料可能去收集，也许可以拿到一些称重的数字。以往在做制作过程当中，如果我没有去收集你用什么样的材料那这个材质是什么，它用了多少公斤重，其实在后端在进行盘查的时候是无法去进行计算的。所以我们今年也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来去理解学校目前对于所谓的活动数据，也就是你的使用量、采购量或是你的耗用量，这样的活动数据目前的品质到哪里。你有好的数据品质才能够有好的产出，你有数据才能够算，没有数据确实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盘查的这个组织架构的问题怎么样克服。我觉得第一个是高阶的承诺，这个盘查过程当中会牵涉到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部门单位或是学院，其实会有不同的窗口，所以大家同心协力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资料取得的困难，会需要整个高阶的一个大量的支持来去协助我们去取得数字。那最后呢，我觉得有个关键的点可能是不同的学校在进行盘查的时候，这是我最近在跟一些查证单位聊到的，发现都会有的问题，就是因为学校建校非常的久，有一些资产非常的像冰箱啊、冷气啊这些资产其实非常的数量非常的大。那如果说你之前在建立这些所谓的资产清册当中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你可能是没有一个好的系统来去登录这些设备的采购跟它的这些比如冷媒啊、型号或是它的填充量的数字，最后在进行盘查的时候其实会耗掉非常多的人力跟时间哦。所以我们也是透过今年第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盘查来去理解学校在数据上面未来可以怎么改善，然后我们在整个盘查组织的这个组织架构、数据的收集还或是管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做精进哦。所以我相信未来的一年我们可以逐步的去改善数据品质，以及我们整个在整个盘查组织架构情况之下，未来应该还可以再呈现更多就是北艺大这个盘查的这个结果。好，谢谢。其实我们学校在今年当然是第一年开始进行这个盘查，那也有非常多的困难，不过我们自己在盘查的过程里面，学校整体来说对于这件事情是支持的。好，所以我相信那个各单位的支持大家愿意去试试看，去做这件很辛苦然后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最后金元老师再回答一下好了，就是你刚刚做的像尤利西斯这样的一个试验未来有可能会变成是我们在剧社系或者是我们学校在做这种制作的时候一个大家共同的态度或做法吗？我想先定义一下艺术家。艺术家基本上他的想象力是天马行空而且不愿意受到限制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戏剧学里面的老师甚至外聘的设计师们去限制他们的做法。可是我在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善念会引发善念。所以我们在尤利西斯里面，不管是导演、舞台设计，甚至有一个跟我比较没有关的部门叫做服装设计，服装设计老师谢建国他也是我们的校友。那他在我们提出这个想法在舞台上进行大量的减法之后，他在今年暑假就成立了，在他原来的服装工作室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就做了戏服的永续的戏服的回收。这个也刊在今年的 PAR 杂志这个月的一个专访里面，有这个谢建国老师的一个做法。那其实建国老师他也多次向我表达说他是有一点受到我的启发，当然我不敢讲我是受到子柔老师的启发。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我们刚刚的那个圈圈里面，我们都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正在发出一个信号，我们艺术家要来做一些什么。如果这个善念能够让更多人愿意去被影响，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规则，大家就会往前走。是，我想现在线上还有一个问题在问的是学生有没有可能，我相信这个关心的也不只是学生啦，就是任何一个制作是不是都有可能去计算它的碳排放就这个碳足迹。我想这个可能是现在不只是我们学校，我们整个艺术永续联盟都在努力做的事情那包括我们的视觉艺术联盟，他们也在导入计算器，然后艺术永续联盟也在导入计算器。那就是将来的连画廊的展览，或者是说这种大型的、小型的，甚至连活动本身的碳
慢慢都可以有办法计算。我想这个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目标。好，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了。那非常谢谢各位这今天几位分享我们学校在这一年的努力，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那我想就如同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哦，那这个永续跟减碳呢、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一个创造力的生活跟文化环境。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后代付出多一点点的思想，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譬如说，其实永续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我们过去对于成本的计算错误。好，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把垃圾丢到海里，我们好像就不用花垃圾处理的钱，所以我们就把废气也排到空中，垃圾也丢到海中。可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全球人类共同要承担的成本大到我们已经无法负担。也许我们不能立刻解决所有永续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减少这种把成本抛给全世界人类共同承担的做法上，我们可以从减少开始。好，那至少是一个行动的第一步。那我们学校今年已经开始做了，我相信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老师或学校参与，就像我们在谈的，就是善念会引发善念，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对于未来的期待。我们今天的第二场论坛就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大家的休息时间。好，那我们第三场下午的论坛会在1:30开始。那下午的论坛我们会跟正在高雄举办的 FACP 好亚洲文化推广联盟的活动，好，他们的现场在高雄，我们在台北。好，那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在线上的连线。那这个当然也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场地办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减少了人员的交通。好，那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科技的方法，可以让两个场地的不同的对象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的现场和大家讨论议题。那现在是我们的休息时间，欢迎等到下午1:25的时候大家再来到直播现场。谢谢大家。
小时候常常会听到阿公阿妈说夹桂枝拜树桃，夹米饭拜蚕桃，意思是要我们懂得饮水思源，感恩大自然的粮食孕育，感谢农人辛苦。但是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谁？没错，那鸡牛猪呢，我们怎么能忘？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很少注意到农场动物在工业化的系统下，动物生产食物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处境是什么。我们其实是来自温带的，但台湾多数农场湿热狭小，夏天我们常常发生热窘迫，连东西都吃不下，加上地面又硬又滑，我们很容易摔倒受伤，造成脚蹄受伤、发炎，甚至感染。为了生产你们想喝的牛奶，可以让我们过好一点的生活吗？传统蛋农为了喂食方便以及更好的坪效，会将3到4只的我们关进 A4 大的格子笼，只有头能探出来吃饲料，无法展翅，无法洗沙浴，没有栖架可以睡觉，完全违反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生产你们要的鸡蛋，可以让我们过好一点吗？违反动物自然生活习性，只为人类要的食物，这不符合我们感恩万物的价值。人、环境和动物为生命共同体，动物好，人类才会好。看见他们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些农场动物。我们的每一口都是救命的力量，从良善的选择开始，让每一次消费都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好。改变从看见动物开始，商品上的动物福利标章代表通过动物福利验证稽核与产销监管链验证稽核，选择有标章的商品，你就成为台湾推动友善农场动物的重要力量。家乐福积极和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推动动物福利，希望倡议结合行动，让消费者有更良善的选择，透过实际行动开始带动台湾产业转型。从卖场里的鸡蛋、鲜奶或吐司，你都可发现这个标章。我们也欢迎更多食品品牌申请验证稽核，让友善动物可以走入日常。你的每一次消费决定着动物如何被对待，不过度浪费及选择有动物福利标章认证的产品，让你的每一口开始发挥救命的力量。改变从看见动物开始，行动从你我出发。石虎生活在全台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曾经随处可见的它们，却因为经济与产业开发，造成它们栖地破碎化。